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0员，已出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9届第1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36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50年7月4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1时40分，下午20:31至5时39分。地点：红楼三零一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廷飞等12人。 列席委员赵天麟等40人，列席人员上午，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人员，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国家安全局特勤中心副执行长方正，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纪明谋，下午，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人员，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冠群，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行政院道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垂正。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副署长龚光宇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上午邀请外交部部长李大为报告应详专案执行成果，并请侨务委员会、国家安全局、内政部警政署列席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李大为报告委员陈廷飞等14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拉美司司长曹立杰。 亚太司司长常以立、亚非司司长陈俊贤、李冰处处长张云平及国家安全局特勤中心副执行长方正、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纪明谋、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吴欣欣等及其答复。下午邀请国防部部长冯世宽率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副院长、外交部次长、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行政院道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副署长报告。 海军金疆舰雾社雄三飞弹事件既可能照升之区域影响评估，并被质询。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报告，委员陈廷飞等18人质询，均由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及所属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国家中山院中山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冠群、总督察室总督察长潘敬龙。 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周美武及行政院道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垂正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复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临时提案一案：一，有鉴于台美关系为我国重要外交关系。 蔡英文总统上任后，亦于出访友邦巴拿马巴拉圭之鹰翔专案行程中，过境美国迈阿密、洛杉矶两大城市，并与多位美方联邦参众议员等美方政要互动良好。本次总统出访，有赖于外交部、国家安全局、经济部、侨务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循踏实外交原则，以双方互信互动建立的坚实基础，努力推动台美关系正面积极之发展。 乃得以顺利达成重要之外交目标，并获得各界之肯定。原此，建请外交部以本次总统出访成果为基础，持续努力推动台美关系之稳固及发展，以及创造机会，促成安排我国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等重要政府部门首长，未来得进一步出访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 除提升台湾国际地位外，亦可为国人参与国际民主政治奠定坚实基础。提案人刘世芳、王定宇、吕孙林、蔡适应、陈莹、邱意莹、蔡意瑜决议照案通过。以上宣读。好，请问各位委员，我们上一次议事录有出或遗漏？没有的话，我们确定啊。那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 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防部部长冯世宽报告，从海军15年兵力整建愿景及国建国造执行现况谈国防产业自主之展望，并被质询。以上宣读。我们介绍今天与会的委员跟列席的官员啊，在场委员有刘世芳委员、王定宇委员，还有罗志正委员。 还有徐毅等委员，那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蒲尚将，国防部常务次长柏宏辉中将。
总督察室总督察长潘敬龙中将，政务办公室主任熊厚基中将，战略规划师代师长李廷盛少将，资源规划师师长陈振奇，情报参谋次长室次长助理次长张元勋少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唐华少将，训练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窦乃军少将，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职位中将，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中将，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范大为中将，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中兴先生。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好，以下我们请国防部部长就我们今天的专案报告主题做口头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首先感谢各位委员先进长期以来对于国防自主的指导与支持。本部依国防法第22条，致力于建立先进武器研发、生产及维保的能量，并借工业合作机制争取国外关键技术的转移或合作生产，以提升国内产业科技水准，达成国防自主之目标。国建国造为国防自主重要的一环。近年本部在海军完成兵力整建愿景后，结合我国船舶产业技术的能量，加速推动国建国造的政策，将国防科技之技术能量直击于民间，共创国防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局面。本部于大院支持与指导下，将根据在国内产官学研合作下，努力达成国防自主目标。详细的内容我请资源师来陈师长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先进指教与支持，谢谢。请陈师长。师长请。主席，各位委员先进，今天应要到贵委会报告，从海军十五年兵力整建愿景及国建国造执行现况谈国防产业自主的展望，对各位委员先进关心国防事务并给予本部施政指导表达敬意谢忱，请就国建国造愿景执行现况及国防自主之展望报告如后。一、前言，国建国造是推动国防自主重要的政策之一。近年海军积极前瞻未来作战的场景，完成近中远程兵力整建愿景与执行规划，并访查国内船舶产业技术能量，加速推动国建国造政策，其结合民间船舶产业能量，厚植国建国造之技术，另同步转化成熟国防科技，以带动船舶产业技术升级，共创国防及产业双赢发展的双赢局面。二、海军十五年兵力整建的愿景，因应国军联合作战需求，建构坚实制海能力，海军前瞻未来作战场景，规划未来十五年新兴兵力，既有潜舰、新一代主战舰、飞弹巡防舰、新型猎雷舰、高效能舰艇后续量产、救难舰、海洋测量舰、新型两栖船坞运输舰、两栖直升机船坞运输舰等型舰艇，采批量、循环及长期的方式规划，满足建军备战的需求。三、国建国造产制能量的评估，舰艇建造区分船体、轮机、电机、乙装及武器等五大系统，评估国内产业能量说明如后。一、水面舰，在国内产业现有能量盘点部分，在设计部分，船舶中心及国内船厂具水面舰设计能力。在建造部分，产制能量评估船体建造约为80%，轮机系统60%，电机系统60%，乙装系统70%，武器系统83%。在关键系统获得的方式方面，
投入研发经费进行船体涂料、主电力推进马达、舵机、向列雷达、电站系统等相关研发，国内无法自行研发的部分由外购获得。三、国内船厂具备载台设计能量，并已有各型舰建造的时机，令中科院战斗系统装备研制能量丰沛，可充分支援国建国造，风险较低。二、潜舰，潜舰国造作业可概分设计及建造两阶段，设计阶段重点在获得建造蓝图，建造阶段则依设计成果执行潜舰建造。关于国内产业现有能量的盘点，潜舰建造能量可概分船厂设施、关键装备及建造技术等部分，说明如后。在船厂设施方面，目前国内较具规模的船厂仅需修改调整部分的厂房设备，并增购些许机工具，即具备建造能量。关键装备，潜舰建造所需的物料、载台装备即高张力钢板等25类，经仿商国内具潜在能量三元即19类，与柴油主机等6类可循国外商源获得。而建造技术，国内船厂特殊专业技术不足的部分，可致力提升相关工业技术的能量，或聘请国外专业技术人员来台指导执行。三、关键系统获得方式，投入研发经费进行结构材料、压力壳、天线单元、桅杆结构、战斗系统等相关研发。国内无法自行研发部分，即柴油主机等6大项由外购获得。四、潜舰建造在设计阶段就必须规划使用装备的构型，经检讨潜舰建造所需的装备商源，大部分可由国内外厂商提供，为国内对关键性系统整合、人带整合提升。四、国建国造执行现况。一、水面舰已完成建造的部分，为落实国防自主及国建国造的目标，海军自65年起分别委由台船、中船、庆富及龙德等公司建造港擎拖船、港巡艇、海鸥级飞弹快艇、光六飞弹快艇、虽江飞弹巡逻舰、锦江级近岸巡逻舰、人员运输舰、快速战斗支援舰、成功级飞弹巡防舰、磐石舰及沱江舰等12型舰138艘，金额1960亿元。二、以建案执行中，106年起将委由国内船厂承造新型2栖船坞运输舰原型舰、快速布雷艇、沱江级后续舰及107年新型猎雷舰等4型舰，金额600亿元。好，三、未来海军依据建军规划的期程所设计及发展之各类型舰船，凡国内具有产制能量，优先由国内船厂建造，持续务实推动国建国造政策。二、潜舰。括弧一，海军依据大院第8届第二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27次全体委员会决议事项，向国防工业发展基金提出潜舰国造设计能量评估研究及潜舰国造建造能量评估研究计划，于103年分别委托财团法人船舶及海洋产业研发中心执行，104年委由船舶中心执行潜舰国造设计作业评估研究，105年执行潜舰国造建造作业评估研究，共计投入经费3000余万元。括弧二，我国现阶段虽无潜舰设计与制造的经验，唯经国外技协执行潜舰国造能量评估后，在现有船厂基础能力下，提升部分关键设备及精进核心技术，整合国内能量，将可达成国造潜舰的目标。三、潜舰国造。潜舰国造目前区分设计与建造2阶段进行，全案预算需求30亿，已奉大院通过，依构想、初步合约及细部设计等程序完成设计作业。括弧一，设计阶段，现依程序办理采购招标作业，目前规划由国内船舶中心担任设计组合约商，中科院担任战系整合合约商。括弧二，建造阶段，是完成设计作业完成后，开始首艘国造潜舰建造的工作。五、国建国造产业效益。一、促进舰船设计、造舰产业及相关供应链发展与技术建制，且后续采购商委及全售局维保均投入国内市场，大幅强化国家整体竞争力。二、解决国内船舰装备系统消失性伤员取得之问题，同时建立自主船用装备系统升级能量。三、跨域整合船舶相关产业链，创造产业升级，
厚植国内高阶船舶关键技术人才，并建立国产船舰装备系统验证能量。四、协助国内相关产业建立长效环保型水下房屋涂料标准化通信整合、桅杆覆材结构、水下旋转动态密封、电针等技术。六、国防自主之展望与后续推动策略。国防自主是国家安全的保证，要做到国防自主，一定要先掌握研发设计，后续使用才有自主权。因此，国建国造初期在策略上虽然采取外购，但是仍应借工业合作或同步研发，逐步达成关键组件全自制的目标。另外，为带动船舶产业发展，必须掌握在国内制造与测试，把预算留在国内，可创造就业机会，并带动产业与经济的发展。为顺利推动国防自主，后续推动策略如后：一、推动先进科技研究运用，推动与科技部成立前瞻科技应用专案，汇集学界研发的能量，延伸应用于国防科技研发，并学习美国国防先进计划署及新加坡国防科技处成功的经验，成立国防科技前瞻研究的机制，以结合各界技术能量与科技精英，投入先进国防科技的发展。二、扩大科研预算投入，依据国防科技规划的期程，投入关键技术研发及武器系统的发展。105年科研预算投入 59.7 亿元，较104年成长 118%， 后续依国防科技规划之期程，盘点国防产业的能量，扩大投入科研预算，突破科技能力的间隙，以备变武器研发的技术水准。三、扩大产学研参与国防科研。括弧一，在国内市场方面，依据国防科技规划，带动研发规模，并依国防法第22条，以国内研制为优先，确保国内市场基本的规模。国外市场方面，学习国内大厂成功的经验，以通过认证、技术合作、合作生产、策略联盟及系统件供应等策略拓展海外市场。括弧二，政策性支持前瞻科技发展，跳脱军备竞赛传统的思维，发展创新科技能力与满足不对称作战之先进国防科技，促使军事战略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形成技术推力。括弧三，建制国推会网页，形成国防科技资讯公告与交换的平台，吸纳产学研各界共同参与国防自主。四、推动国际认证，辅导国防产业厂商取得第三方认证，确保制程与产品品质，建立基本销售规模，在辅导取得国际认证，行销海外市场，以扩大国防产业的市场，吸引更多厂商参与国防自主。五、推动产学合作机制，本部与国推会产学合作汇报，推动供应链产学合作，辅导厂商与大学合作，使厂商借由学界之技术提升产业技术水准，缩短研制期程，并提升产品品质。六、转化国防科研成果，积极转化国防科技研发成果产业化，强化专利布局，并建立研发成果回收回流机制，逼力以产业化收益再投入国防科技研发，扩大科研规模。七、推动指标型专案，本部于6月15日成立国防产业发展小组，推动国机国造与潜舰国造等指标专案，其整合国内产官学研之资源与能量，以政策引领科技研发的风潮，带动国防与民间产业同步发展。八、参与国防产业展览，参与台北国际航太及国防工业展、台北国际发明及技术交易展，以及今年首次举办的高雄国际海事传播及国防工业展，除展现国防自主成果，并借由与厂商交流，了解厂商的能量，作为国防自主推动的参考。九、办理国防产业论坛，本部将于7月15号办理国机国造论坛，8月起区分北中南等地区办理国防产业发展论坛，借由邀请产官学研各界代表实施意见交流，广纳建言，作为国防产业发展策略定之参考。十、参加第10次全国科技会议，国防自主涉及跨产官学研之人力与资源整合，本部已拟定建构水下自主防卫能力及国际国造等议题，将于今年10月召开的第10次全国科技会议提报，其整合国内产官学研科技发展资源与能量，共同推动国防自主与产业化效益。十一、培育国防科技人才，国防科技人才培育为科技发展之动力，
本部将持续整合国防大学科技人才培育及中科院与产业界等产学合作人才培育措施，创造科研与就业人才需求，以就业为出路为诱因，吸引优质科技人才投入国防自主。七、结语，本部依据国防法第22条，全力推动国防自主，依规划其程逐步推动国建国造等指标专案，以落实国防自主之目标。另本部亦将配合国防产业政策，积极转化国防科技研发成果，以引领产业升级，创造经济成长动能。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指教，并感谢各位委员对本部国防自主政策的支持。谢谢，报告完毕，敬请指教。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今天的询答啊，我们今天这个原立本委员会啊，我们8+2分钟哈，那非本委员会6+2分钟，那10:30截止发言登记。我们现在先请第一位登记发言的蔡世应委员咨询。主席，能不能先请我们部长就备询台？谢谢。好，王部长，请备询。蔡委员长，主席好。那个部长，我想先请教一下哈，这个下午明天就是我们的台风来袭嘛，哈。是。那我有看到我们的媒体有报道说，我们国防部已经有做一个充分的准备哈。能不能先请部长说明一下，对于这个台风来袭，我们国防部的准备为何？我们国防部在昨天2:30和国家的灾变中心应变中心同时成立我们部内的国防部的应变中心。那么我已经了解到各战区的指挥官都经过视讯向我报告，对于机具、装备、人员已做了一个先期的部署。那么具体的数字我也可以在这里来提出报告，但是我怕耽误您的时间。请您说一下具体的数字，譬如我们目前准备投入的兵力一共有34617人，各种车辆29类，有3859辆，还有胶舟船艇125艘。另外我们海军陆战队的 AAV7 昨天下午在6点的时候已经到达了桃园的下湖，还有宜兰苏澳等地区，这个准备啊，这个救援的工作，其中还包括了嘉义水上、台南关田及屏东的枋山等地。OK， 好，谢谢部长。所以部长对于这一次台风虽然是一个强烈台风，但是我想国防部在支援民间的部分，我想都做好了准备了嘛，哈。是的。OK， 好，我也期待我们国防部在这一次，希望我们不会有太大的灾情，哈。那真的有什么特别状况的时候，我相信国防部在部长的下令之下，我想我们整个军队，哈，都会能够协助我们整个民间的一个支援，哈。好，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哈，部长，您昨天是不是有开一个军纪检讨会啊？是的。对，那你的军纪检讨会的指示的重点是什么？我指示了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应该针对总统指示的6项指导原则，我们立下的3项主轴，让大家能够充分了解我们经过这个动拐动摇物色的事件之后，我们应该有的认识做法，以及我们深入部队去检讨。 OK， 好。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您提到的我们在简便行政作业方面不增加部队的负荷，也就是说我们减免纸上作业。譬如我部长到各部队去之后，所有行政的接待都应该降到最低，不要劳动大家的准备，这样子我想在部队上生活不会过于紧张。那么还有第三类，我想第三类的就是说我们在各军种经过我们的指示以后，要深入检讨现在我们的所有作战准则
操作程序，还有我们官兵的训练是否落实。我们昨天这个会议或者是召集的检讨会，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好，部长，谢谢你。那部长，我想请教一下，对于我们这个国军里面整个分工的部分，我想请教一下，就你来看，部长跟三军统帅，他主要的决定的工作是主要是在国防部，或者是我们战争的时候战要不要打，或者是提供我们军需以及人力，负责是相关的政治责任，这是国防部的一个部分。是的。至于说武器的编装、行政管理、军纪的要求、训练、作战、后勤、研发等等，都是属于军事专业的部分嘛。这部分的负责应该是由参谋本部来负责的嘛。是的。是不是？好。是。那我想请教你的军纪检讨会，你们有没有特别来要求我们的参谋本部啊，对于一些相关的军纪要负起完全的责任出来？我们昨天在检讨会中间呢，特别提到这个各战区各指挥部做了检讨以后加强训练，我们给他们45天的时间之后，我们由参谋长领队的以督察总督察室为主的，加上3位副总长要分别做各个部队的去检测。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我还知道为什么要问，因为这跟熊山飞弹有一个关系。在我来看，熊山的物色是我们的训练不够扎实，也是我们的人为疏失嘛，所以我一直认为说这个训练的不够扎实跟人为疏失的过程当中，主管训练的要负起相当的一个责任，所以我才问一下部长，就是说未来有没有考虑啊，参谋本部的部分在这个部分也应该负起相关的责任。因为目前来讲我看到的是到海军司令嘛，对不对？那参谋本部的部分呢？我想参谋本部，譬如参谋总长他是要尽督导之责，对于所有面的问题，就是不论是训练面、演训面跟作战面，都应该给他们做一个正确的指导。没错嘛，要负指导职责。所以我才说这个部分我跟部长的想法是一样的哈。主管部队的整个训练，事实上参谋本部做重盘的一个检讨跟主管，事实上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是海军司令有自行处分，但参谋本部的部分还没看到。就像如同刚才部长讲的，我认为参谋本部在这部分也要彻底的检讨，而且负起相关应负的一个责任。那我想这个大概是有共识。接下来我要讲说，这一次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内容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国建国造，其中里面有谈到就是外销的一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部长，这个媒体有报道说这个熊山物色之后有买家洽询啊，我们的国防，我们的这个熊山飞弹啊，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报告员，我并不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是没有咯。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呢，让国人呢感到忧虑，加上我们军中为了要深切的检讨，我们也不便把熊山的性能呢，我了解公布。对，因为哈，现在第一个状况就是熊山目前还在海里面嘛，对不对？那有要不要去打捞？我们昨天奉命去做了3天的打捞以后，因为防台，那么我们已经截止了，准备截止了。那边的深度水深是多深？知道吗？您好，大概在80到100之间。你们有能力80到100公尺捞得起来吗？这我们都会评估。三天评估的结果是能不能捞？现在我们的作业主要是要标定。标定好了没有？标定它的位。标定出来了没有？现在那个我们整个区域还是要从再继续。所以照那他们讲清楚，就照你的讲法，熊山飞弹的确实位置还没找到。我们现在还在区域搜。没错嘛，对不对？所以熊山飞弹的确实位置还没找到，这个很重要。是因为它后面台风完之后，它的弹体会不会被洋流、台风的关系，会受到被偏移？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对，所以你这3天等于是徒劳无功，然后等台风完了之后，再继续重新再标定它的位置。包委员，这是有它必要性的。我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哦，水深80到100，国防部有没有能力把它打捞起来？假设你标定完毕之后，可以。80到100是可以的哈，所以只要你标定完毕就可以打捞起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标定完毕，所以请你们要尽速。好，刚才我让这个问题我刚刚问了部长，到底熊山飞弹有没有买家来探寻啊？我个人不知道这件事。不知道啊？中科院知道吗？中科院不是有来吗？ Hello， 中科院知不知道有没有买家探寻啊？没有针对特定。所以没有这回事吗？没有这回事。好，所以那为什么没有这回事？大家会讲的跟有一样。好，那我想问一下，既然没有的话，那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过去军品外销过？
有没有？谁知道？委员好，我是军备局获得管理处处长。好，军备局知不知道？有没有？谢谢委员的关心。目前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这个军品的话，不涉及相关机敏啊，跟国家安全的话，目前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些比较不涉机敏的。好，你们外销过哪些东西啊？子弹。一些的话呢，像子弹这种比较传统性的武器，比较高价值的武器，有没有哪些东西曾经外销过？目前的话呢，大部分都是一般性的，所以最多单价最高的，我看你们讲说好像是步枪嘛，对不对？以往曾经有做过步枪，最过就到步枪，步枪更上面的武器有曾经外销过吗？委员，其实因为有些的话呢，可能在这边的话，可能不好跟我们。所以有还没有？我问你有，我又没有问你说什么东西。私下再跟委员做个。好，所以你的意思是有就对了。步枪以上的武器也曾经外销过。目前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一些比较传统性的东西。你这样讲跟有回答跟没回答，我问你说步枪以上的武器曾经有没有外销过？好，为什么这样问哦？这个中科院军备局会觉得这外销有没有困难？我们的法令规定有没有困难？还是你们觉得这个法令规定都没有问题？因为我看你们曾经提一个办法要修正草案嘛，对不对？是，所以我才问说你们觉得有没有困难？有困难才要提修改嘛，没困难就不用啦。因为在这个销售上面的话，就是需要依循到当然是国家的安全。所以到时候卖方就是我们的卖方单位啊，是军备局负责还是中科院负责卖啊？这边的话呢，在整个销售的作业的这个流程管制上面的话呢，是由军备局来主办。那到底主要的卖的单位是哪一个单位卖啊？委员说产制单位，对，就产制单位自己卖就对了。没有，产制单位的话呢，所以中科院就自己去外面接触卖家，就把它卖掉了，然后只要报你们中科院。不是，委员跟委员报告，这个的话一定要有相关的程序。目前的话呢，按照这个我们在6月21号到7月4号，在我们那个行政公报上面，行政公报上面所公布的这里面的话呢，必须有三级的区分。那么三级区分之后的话呢，会有相关的流程。但是的话呢，比较属于如果未来会有一些比较机敏、你讲这个我晓得了，你分甲乙丙三级。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有没有意愿想把它卖出去？军品外销有意愿嘛？对不对？是，如果我们能够跨出去，不影响国家安全。对啊，有意愿的话，你们总有一个专门在负责卖军品的单位嘛？是，或者一个销售单位嘛？我业务员也不管嘛？是谁？军备局。是军备局嘛？那军备局本身有没有组织还有一个单位专门就是未来在参展啊推销有没有开始有这个单位了？有，我们都有，我们都有。那你觉得有没有问题？都已经行之有没有？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哈？在你的努力之下，未来我们的年销售量啊，可以有多少钱？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是无法预判，但是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去年多少钱？去年卖了多少钱出去？这也是机密吗？我又没问你。什么单价？我只问你总价就好，总量就好了。这个在这个接触之后的话呢，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去年卖的好还是前年卖的好？还是最近这八年都卖不好？前面八年卖的更好还是怎么样？委员，我想说这个话，我们私底下再跟您报告。好吧 ，OK，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接下来请陈廷飞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国防部部长。请部长备询。委员早。部长早哈，部长，我先就教一下哈。张志军在昨天参加第九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的时候，他还是一直强调说，熊山的部分绝对不是物色，他说对台海稳定影响非常严重，他把认定还是政治导向。我相信我们国防部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强调，我们也做了调查，那这个部分到底我们有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去对岸，然后去中国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吗？有透过陆委会或是相关单位吗？因为我相信熊山物色是非常清楚，在这一次的整个状况之中，我们也在调查真相，为什么会有这个物色的事件。可是因为第一时间，有人传出说我们的方向是对准的厦门，所以开始就引发了后面的政治效应。那部长，这个部分到底我们现在有透过什么管道去做了说明吗？报告员，我。
我们没有这个权责对这个事情呢做一个说明，但是呢，我们国防部啊却本着我们国防的政策，一定要我们要保持两岸的和平共存共荣，而且维持区域的安全。我们国防部一直在这么做。另外，我想给您报告的，当我们公布了发射的地区和地点，距离中线有66海里，我想这个是我们中间一定有有心人士在操作，而实际上我们绝无这个意图。只要有一点点军事尝试的，都会发现这个对于中共的威胁是没有的，不但是一点都没有，而且我们是没有那种意图的。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经过了调查，是的，所有的资料都非常详细的显示，是，但是我们不知道说为什么还有人故意在做这个操作。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国防部还是要再一次重申，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误射事件，这个误射这个错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一定要调查到底，我们一定要把真相找出来，是，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政治导向，这应该是很确定的。是的。好，所以这个部分部长应该透过各种的管道一定要重申清楚。好，这个部分再麻烦一下。是的。那部长我再请教一下，最近有发生了我们空军司令部针对这个求生无线电有爆了弊端的部分了哈。那当然你们有做了说明了哈，但是呢这个部分我发现好像我们很多的标案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我现在提供另外一项资料，这个我之前也曾经提过，但是我非常遗憾的是，我从2月份跟我们陆军化兵处反映，一直到现在，一样没有任何的进度。但是眼看在8月12号，他就要验收交货了，有13台生物侦检车，它总金额是7亿5000万。这不是非同小可的数字，所以我从2月份一直要求我们国防部要查清楚，到底这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弊端。但是我发现我们相关单位还是一直在包庇在护航。部长，我今天就提供几个资讯让你了解一下。首先我让您看到说，这是国防部为了这个生物侦检车所提供的招标资讯，它的招标它是时间是在104年9月25号，决标时间是104年10月2号，签约时间是104年10月12号，验收交货是105年8月12，预算金额9亿4700万，决标金额是7亿5000万，总共是13台的生物侦检车。我先把这个背景让部长知道一下。那么在这份招标文件里面，其中有一个侦测敏感度的部分，也就是它的生物粒子粒径要在2.5微米到10微米的时候，它的准确度必须高于80%。这是它的招标文件里面写的非常清楚，也就是2.5微米到10微米当中，它必须准确度要高于80%。什么是生物侦检车？它就是在侦测生物战剂。好，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我们在整个生物侦检车目前在进行当中的一个状态哦。我们从招标文件看到，再来我们再看到。我现在让你看到的是投标文件，也就是得标厂商的投标文件。这个投标文件，它所提供的这一个所谓生物侦检车，它的心脏叫 TechBio， 它的心脏就是 TechBio 这样子的机型。这个机型，它里面的招标文件写得很清楚，它说它至少less than 10%， 就是它可以监测到高于 90%， 比我们的招标文件还高耶。所以当然啊，如果是依照这样的招标文件当然没有问题啊。可是我再去了解，这是
TechBio 的它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其实是公开资料的。TechBio 的检测报告，我让你看一下，它的检测报告，它里面所写的有一个部分，它的资料显示是，它在十微米的时候，它可以检测到的是76%。哇，那跟我们的原本招标文件里面的80%就有差了哦。那更没有像他这个投标文件里面说的可以到达90%哦。所以他的投标文件，我们怀疑就是致使有伪造的状况。其实我们是担心，今天如果八月份交了一批13台的生物真检测又不能用，这是7亿多的钱呢。所以我们一直要求说，我们划兵处要了解清楚，可是不好意思，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答案。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在5微米的时候，它这份资料里面有2块，一个是10微米的时候只能到达76%，在5微米的时候也只有26%。这问题就来了，你还记得我刚刚讲的招标文件里面是2.5微米到10微米，也就是说，你这一台生物真检测，你是可以想可以调查到2.5微米的生物分子，可是这一部 TechBio 它就只有5微米。我们再看下一个，在这个侦测的资料里面，它的整个报告里面也只有说，它真的只能到达5微米，只有到达5微米。这一份资料都一样，这是整份的。最后，他也是强调说，他就是5微米。我这份资料我也都给了化兵处了，可是你知道化兵处怎么跟我说？化兵处说没有啦，委员，这是第一代 TechBio 的第一代，人家现在他有第二代，他要提供的是第二代。奇怪了。你的招标文件里面所写的就是 TechBio， 你不是写 TechBio 2。那化兵处说，人家如果要提供更好的，我们当然要接受。可是我怀疑的是，他这一份文件就是致使有伪造啊。TechBio 他给你的招标文件，他就是已经不符合你的原始需求，甚至有伪造超出了。他还我们化兵处还说没有，他要 TechBio 2。好。我就照我们化兵处所讲的，我去找 TechBio 2，这个是 TechBio， 这是第一代。好，第二代呢？有第二代，但是不好意思，第二代目前都在检测中，还没有贩售。那怎么会有 TechBio 2还可以交给我们国防部？那你今天文件致使如果伪造的话，他已经没有办法处理了。那难道我们不用调查吗？部长，你们总是用第一代跟第二代，空军所讲的也是，他说这个 A 跟原始 PRG 12G， 一个 A 跟没有 A， 它的型号有比较优跟比较不优的，当然我们要接受优的。为什么每次都用这样的方式？现在生物真检测也是这个样子，可是我现在都一一攻破了，这些资料我也都提供给化兵处了。可是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跟我们反映，眼看着八月份就要交货了，那我就问，那请问我们台湾可以检测吗？不行，我们只能接受它附带其他国家的一个检测报告。所以我们是厂商说了算，我们完全没有监督机制，这非常危险哎！这不是7000万的事，这是7亿的事，这也不是700万的事，也不是70万的事，这是7亿13台生物真检测。所以我们很担心说，万一这个部分不能使用的话，是不是7亿又飞了？部长怎么办？要不要查清楚？报委员，我2点答复。第一点呢，检验不过，绝对不接收。第二个，我们没办法检验，因为我们台湾自己没有检验的机制，没有这样的检验机制。我们在设法。真不用设法，部长已经非常确定，我们
化兵处已经说了，没办法检测，我们台湾自己国家没有办法检测，没有这样的检测的机制，所以没办法检测啊。他说只能靠着厂商给我们的资料，所以他说了算啊。那个请委员，我们已经送警调单位了，好好跟陈委员说明好不好？已经送警调单位了，请您相信。部长还没送，还没送检调，部长查清楚，因为八月我们担心的是，万一这七亿十三台真检测又不能用，又是另外一个弊案，这非常恐怖啊！部长，如果有送检调，就把资料给陈委员，好不好？好的，好，是的，是的，是的，谢谢。下一位，我们请罗志政委员咨询。主席可以麻烦部长。好，部长请备询。罗委员好，部长好，不知道你知道南海仲裁案下礼拜要宣判宣布。我听说了，听说了，你要关注一下哈。是。这是昨天 PECOM 的脸书，那个第五航这个航母战斗群已经出发了，知道这个讯息吧？知道，我在在南海巡弋，他要准备往南海去。啊，包括雷根号 Stennis 是都在里面。对的，而且他刚完成一个菲律宾海的一个演习的任务，对不对？两个航母战斗群，对，没有错。中国在西沙军军演，知不知道？对，他要军演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到十一号，也就是宣判的前夕。是的，对不对？这是戴秉国前中国国务院的这个委员哈提到了，美国十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就算进入南海，也吓不倒中国人。部长，就你所掌握的这个区域的军事的状态，是过去一个礼拜，还有未来一个礼拜，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或异常的变化没有？我希望他们不要有任何的冲突跟变化。但是军事的态势有没有拉高？目前的状况啊，他们对峙的状况是比较以前要高的。有吗？有的。那我们自己的战备情况有没有升高？我们是把我们周边的这个日常的巡弋等等的有正常的活动，所以我们的部分目前还是正常的。是的，活动是的，并没有因为美中之间在这地区剑拔弩张而有任何的反应，没有吗？我们的另一步是我们监侦控系统都在做精密的作业。好，很好。所以我们针对美中在这地区的剑拔弩张的情况，我们侦监器系统是全面在进行监控当中，而且能够完全掌握状态，而且万一有任何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的反应，对不对？立即反应。OK， 好，谢谢部长。因为这个未来一个礼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非常重要，是好吧？那个刚才提到蔡委提到救灾的部分哈，我们救灾有没有一个指导原则？当然除了主动，我们成立的应变中心进入二级备这个状态之外。被动的部分就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要求，对不对？我想请问部长，有没有所谓几要跟几不的部分？就是说哪些东西是我们做的，哪些东西不是我们做的？有没有这个原则或这个指导的方向？报告委员，我们把这个救灾行动啊，形同作战，当然是以主动为主。对，譬如我们昨天已经派出128位特战部队的人员，到了22处，平常。这个土石流严重的地区已经去驻点，那去监控。那么所谓的几要与几不的话呢，我们应该是跟地方政府。昨天林院长在这个救灾会议中间特别要求我们各部会要协调合作，所以基本上是配合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做必要的防灾跟救灾的准备工作，绝无、啊、妥协或者是逃避。部长，我请问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所谓救灾勤务的一个准则？有的，来规范所有我们的部队，包括一线的这些官兵，有的面对地方政府要求救灾的时候一些相关的有的规定。是的，有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就好了，这是一月初的时候，新竹县政府要求我们的在地的国军帮忙去采收。那个柑橘对不对？是私人的农场，但当说法是说为了避免寒害等等的，这个有没有符合我们所谓救灾勤务的一个规定？我们到底是救灾的公务，还是变成一种派遣的公务，作为地方政府、县市长
在做个人关系的这种这样一个这件事情啊，我也不要这些幕僚来答复了，我直接来答复。我对这个事情个人的看法是啊，假如他们之间的和谐相处的和睦，官兵愿意，那么我们可以去做。所以你认为是可以配合地方政府做这些例行性的东西？假如他强迫我们的或指令我们的，我们要考量。那什么叫强迫？是谁判断是不是强迫？他会因为地方政府，我们地方的一线的这个长官也可能不敢直接拒绝地方政府啊，为了和谐啊。我觉得是应该是我自动，或者是不要被要求。假如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去帮忙，有30个兄弟休假愿意停止。我们愿意去。对，我特别强调一下，因为我们的国军战备资源还是有限的啦。是的，不要被滥用，这一点是我特别关心的部分。我会注意。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提到了，我要特别强调，国军救灾有没有任何的奖励跟所谓表彰的一个机制跟做法？是的，有的，一定要有。是的，有。好，因为我们这个该讲了，救灾视同作战嘛。而且一定要的。一定要的。是的。好，我们国军弟兄需要这样的一个奖励跟奖赏的一个机制，是让他们觉得这是他在服兵役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录，好吧？是的。好，我们回到今天主题，检建国造。那个陈市长可不可以一起上来一下？分为两部分，一个是能量的评估，一个是所谓现况的一个分析跟进展。好，市长，你不知道澳洲的经验？澳洲的经验是成功还是失败？失败的。失败经验，他是要潜舰国造，对不对？是。你知道他花了多少年？他今年初四月，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潜舰的采购案，台币大概1兆多，是法国得标，对不对？请问一下，你知道他花了多少年要潜舰国造？将近20年的时间。从开始主公司。到最后不断的修改，不断修改，21年，1983年到2004年，1996年成军了，但是一直没办法战备，透过美国系统不断跟他补，跟他修，到2004年，最早预算多少？你知不知道？是的，这个预算部分，最早预算台币1000多亿，2000年、2004年成军下水。成为战备状态之后，花了多少钱？4150亿，从1000多亿成长4倍，乘以3，到4000多亿，21年时间。市长，我们自己的规划是多少年多少钱？我想哈，多少年多少钱这个部分，当然一方面考虑，最主要是我们的作战需求，我们未来作战的需求。那总是有个规划吧？预算的部分，我想要整个中央部分要拨回来。所以你们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我请那个海军参谋长。那个梅参谋长，请问一下，我们自己的规划总是要个方向跟目标嘛？你不能讲100年没有用啊！准备花多少年时间？然后花多少钱？是跟委员做一个报告。第一个，我们潜舰国造的部分，还是跟在我们同我们报告。第一个，我们决定在设计阶段我们的成果，我们绝对不会贸然的，我们投入非常大的金额。那多少？那在那个我们的设计阶段是30亿，这个银凤大院都已经决定了。我们现在就是先在设计阶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把能够。就我们国内现有的能量，还有现在的各个船厂的这个能量，参谋长，我想问一下，建立一个基本的蓝图之后，再去做后面的推动。我们大概准备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完成潜舰的下水成军？还不知道，必须要合约设计符合它的一个性能之后，我们才会投资。那会不会是一个无底洞？应该不会，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努力了。那我只要问个问题好了，澳洲跟瑞典合作这个公司，他们原先规划13年，花1000亿，我们会比他少还比他多，比他更少钱，比他更短时间。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在我们整体的一个考量上面，它绝对是有渐进式的策略的。我当然知道，没有人可以冒进的，突然一夜之间成功的嘛，绝对不会把我们的钱任意的投入之后做一个没有效益的东西出来。部长，是，我是要提醒一下。任何的造舰或潜舰的国造计划，当然要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是预算的概念，不能说我们边做边看。如果连澳洲这样的国家，它有自己的金属矿产，它一定的潜舰制造能力，而且是跟瑞典合作，都花了13年完不成，最后再加美国的协助，抓了21年，花了4000多亿，然后最后还是放弃了哦，还是放弃了哦。是的，但今年决定还是用买的，之前证明它之前十几年、20几年通通失败了。是的。我们有没有比澳洲更强的能力？
我们可能没有他们那么强的能力，那怎么办？但是我们有寻求国外关键技术的转移跟合作。我不问哪个国家，但是澳洲也找瑞典啊，瑞典有这样的技术啊。可是瑞典不是世界最强的，所以我们会找比瑞典更好的。希望如此，希望如此哈。是的，但是我要知道啊，瑞典最后跟澳洲这个公司最后失败，是美国出来救他们的，是美国来帮忙，是的，救这个潜艇哦，是的，对不对？是的，说美国绝对是一个关键，对不对？还是其他国家，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嘛？我们希望是的。我只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如果以澳洲这样的国家，他有这么样的金属冶炼的技术，他都最后证明失败了，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是的，我们担心不要成为无底洞。是的，我们现在连预算规模都没有出来，建造设计时程都还没有出来，那到底要多久？我们担心啊，澳洲 的不幸的经验，万一放在台湾身上，我们可能承受不了。他最后花了1点多兆要去买法国的潜舰，等于台湾一年国防预算，整个国家预算的70%到80%。谢谢，很恐怖的一个经费预算。谢谢委员的指导。OK， 是。然后很重要，我不晓得今天为什么没有找船舶中心来哈，因为照理讲哈，我们几乎计划里面最重要设计建造是船舶中心。可是我们上次去船舶中心参访的时候，坦白讲，他们自己都没有100%的信心。嗯，这个我们疏忽了，下次再、对不起哈，就是再排一次。我们在问过之后，发觉他们自己也没有100%的信心，说有办法完成设计。他还是不断强调蓝图的取得是非常重要的，表示他们自己能力是不够的。可蓝图的取得，我们不能去偷啊，一定要正常的取得啊。鲍委员，我们尽最大努力啊，不然就是要找到好的设计团队。是的，好不好？是的，谢谢委员指导，谢谢主席。是。好，谢谢。我们请江委员启程。好，谢谢主席啊。先请主席邀请冯部长。有请冯部长备询。赵委早安。部长早哈，这段时间很辛苦了，我想内外的事情都很多啊。我先请教一下，昨天这个戴秉国啊说啊 ，PCA 啊就是荷兰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他的仲裁结果会是一张废纸，你同意吗？鲍委员，我怎么评论他呢？就是你觉得这个仲裁结果对我们来讲会是一张废纸吗？还是我们会把它当成一张废纸来看待？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策最好的就是你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搁置争议，好。对。所以问题是我们想搁置争议，其他国家不见得。还有这个仲裁结果出来，有可能了哈，引发区域更紧张的局面，对不对？所以如果它不是一张废纸，那请教国防部最近做了哪一些准备，在南海的争端上面，还有即将12号要公布的仲裁结果，你准备了吗？我们国防部啊，做3样准备。第一件事情啊，对于这个区域的敌情兼征收，要严密的监控。有严密监控。对。那严密监控。第二件事情件要对周边国家，包括中共他们的反应呢，要做一个我们情报的判断。好。第三个就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对于我们立即反应的能力予以加强。好，你提到都是三个重点了哈。往第一点就是说，整个区域的情资的还有演训的状况的掌握嘛，哈，请教一下，目前我们有没有掌握共军演习的区域？这次他们在这个西沙做演习的时候，我们对于他的区域跟状况所投入的这个投射武器等等，我们都有掌握。是的，那我们也有准备，万一擦枪走火，或者宣布以后态势升高，现在我们在太平岛的战备是几级？现在我们太平岛的战备是平常的，是3级的，是没有升级，
没有，没有。那如果十二号公布以后，区域的情势演变变得更加紧张，会不会升级？我们要看当地演这个情势演变的状况，我们再给予指导。所以不排除相关的可能。这个我们应该考量的，应该考量嘛？我想一定嘛。如果区域非常紧张，危及到我们国家安全的时候，你当然必须做适当的调处嘛。一定会的，对不对？是。但是问题就是你准备好了没？因为目前在岛上的是什么部队？海巡，是海巡哦，不是国军哦，不是国军哦。所以我想请教的是，国防部到底在后面的这一部分哦，你做了哪一些的资源准备工作？来因应这个可能的状况，我们有一个应变的一个计划。你有没有参加国安会的开会？这个外交部长，前几天答询说已经开了三次会了，你有没有参加？我有参加过一次。你参加过一次？是的。那其他两次你没有参加？不是，因为每个开会的性质不一样。啊，嗯，那你有被赋予任务吗？我们的任务很简单的。我们要把这个敌情状况的掌握，并且做那要不要准备？要不要？我们已经在准备了，我们平时就是暂时的准备。好，我想啊，这个状况啊，诡谲多变了。是的。中共跟美国都在这个区域，现在可以说有点剑拔弩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国军啊要做好相关的因应准备。是的，好不好？尤其十二号的结果出来之后，会不会一翻两瞪，我们不知道。是。对我们有利无利也还不知道。所以你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好不好？是的，啊，是的。接下来我请教一下部长，我们今天谈这个国建国造的问题啊。我的手中啊有两个版本的报告，啊，一个是昨天下午的，一个是修改后的。这两个版本我看了又看，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第一个版本，因为第一个版本讲得很清楚。我知道整个国建国造的战略策略进度等等的，为什么后来又改成第二个版本？鲍委员，这个昨天改这个版本啊，事实上我们是电子档啊，先给这个立法院助理，因为我们书面资料还在审查阶段了。对。那审查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到这个很多的策略啊，事实上它是不成熟的，是不成熟的。所以说这只是不成熟还是不能公布？不是不成熟。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大院所报告的事情呢，事实上是一个关系文书。我们所呈现出来是我们已经做到的部分，所以未来来讲啊，我们对这个区块委员所看到第一个版本，事实上来讲，我们是希望，为什么我们开了很多的研讨会还论坛，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到很多的意见来纳入。你的第一版本出来，连媒体都知道了。是啊，我们也跟媒体都报出来了，我们也跟媒体报。然后你现在讲说你思虑不周，那个时候因为不严谨。然后你都丢出来了嘛？所以委员，我们那时候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内容，我跟各位讲啊，部长，这个就是我觉得刚才罗委员也在 question 的，就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了？其实你们的这个第一份报告里面分析的相当清楚，你的潜舰的国造几个阶段嘛？你原本写三个阶段，现在改两个阶段，实际上都一样啊，你就是想要借由什么？借由你现在舰龙级的延寿计划来取得设计的能力嘛，对不对？取得设计能力之后才有办法来进行建造嘛。但是你们的分析跟规划里面延寿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对不对？这部分比较没有问题啊，延寿计划在进行了嘛，没错吧？跟委员报告延寿计划，你已经跟荷兰签的计划只是在评估中，并没有进行，并没有进行，并没有进行。你确定哦？是的，你们自己写的报告，所以说那个是不成熟的。载台部分，今年一月十五号已经跟荷兰原设计厂商完成签约，并于二月二十三号获得国外技术的输出许可。所以后面有很多的变化，但是没有掌握，所以说在此跟委员做说明，所以才会去做一个调整。一个你说完，第二个你泄密，没有，是不是这样？报委员没有。不然怎么现在你来否认？我们还是以国会的一个报告，正式送大院的资料为主。那这个不是正式送大院的、哦，不是，不是。那你送给谁？我们今天的正式刚才在由这个不是送给大院，那你送给谁？你送给媒体吗？是资源室市长刚为什么昨天媒体有报出来？昨天媒体把你整个里面的计划内容都抛在网络上，你知道吗？
鲍委员，我们会把这件事情了解之后，这个叫做不严谨、不完整的计划，然后延寿计划，你说还没有开始，我跟你讲，不要说谎，你可以答说不宜公开，但是不能说谎，到底有没有延寿计划？有没有在进行？我们在做的是让他继续的维持。不能打你就讲不能打，但是你不能说谎，在这里你没有说谎的权利。打吧。啊、哦，我们国会的答询你是不能说谎的。有延寿计划。啊、哦，到底有没有延寿计划？如果没有延寿计划，你今天要发那个30亿的设计标啊，要来做潜舰设计，你是讲假的嘛？你怎么会前后矛盾呢？鲍委员所就是因为你有延寿计划，你得到了荷兰原厂商给你的技转，我们才能够由传播中心来执行后续的设计标嘛，你才会编30亿嘛，不是吗？否则你这30亿，你还说行政院通过了？是是，这个钱花去哪里？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他的延寿计划都报到国防部，现在国防部还在审核中，国防部还在审核中。刚刚是谁答说已经通过的？没有，就是因为他刚才罗委员执行的时候，明明你们答说30亿已经核定了，三十亿是核定的，那是前面的，那是谁核定的？那大院核定，国防部核定，今年就有相关，那是合约设计，大院核定，结果国防部还在审查。不是不是，鲍委员，您讲的延寿跟现在30亿不是我讲的设计哦，我讲的设计哦，刚刚罗委员问的是合约设计是30亿，没有错，对啊，从今年开始到108年，这个上次也报告过。但你讲的延寿计划有4个计划，这个4个案在国防部审核中，还没有核定给海军司令部，所以海军司令部还不便于说。所以载台部分1月15号的签约是假的，是吗？是这样吗？这个海军在谈、啊、我已经在讲过了，不要说谎。没有说谎，在这里不能说谎，你只能回答是不是或者不能讲，就这样。了解。所以我跟委员报告，就是刚才的4个的他的延寿案都在我们国防部审核中。我希望国防部不要反反复复。你们如果做事这种态度的话，会再出包。为什么这样讲？你们自己的产制能量评估报告里面，在潜舰的部分讲什么？设计的部分，很多国家，几乎所有国家，没有人愿意提供我们，愿意参与我们的潜舰国造。也没有办法提供蓝图，结果你要花一个30亿来做设计标，然后我们有能力吗？你们也自己讲我们没有能力设计，所以我们必须用延寿计划来取得技转。国防部，人民的纳税钱啊，不要这样子。我跟海委员报告，前面报告很清楚。刚才罗委员也讲啊，澳洲的经验是多么惨痛的教训。了解。台湾。你有能力设计吗？如果你没有能力设计，你也没有办法取得关键的设计技术跟蓝图的话，你凭什么？跟委员报告，我们的舰龙级潜舰它有一定的时间了，所以说各型舰艇它其实都要做一个它的性能的持续的维持。这部分我们没有反对。是。好，延寿计划你本来就已经计划在进行嘛，所以我刚刚只是问你到底有没有在进行，你们要讲又不讲，讲了又否认，所以到底有没有在进行？我跟你讲，这些经费也是要立法院通过啊。我们在计划中，但是说他这个跟我们，您刚才一直关切这个案子，跟我们的目前国建就是所谓的潜舰国造彼此之间有没有关系？董事长，你改天再又没有关系，是不是？委员报告又没有关系，是不是？我等下怎么会没有关系？这前后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的延寿计划没有办法借由这些经费的投入去获取我们要的技术的话，这个对潜舰国造有什么帮助啊？就直接买就好了嘛。我们要国造，就是希望能够获得技术，投入资源可以让我们的厂商参与，可以获得关键技术，不是吗？结果你现在说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直接去买就好了，不是吗？不要复制。不要复制澳洲的经验，是这我们了解。刚才而且这当中我必须严厉的讲，你的整个的过程不能够图利任何的厂商。是的，这是一定。啊、哦，部长，请问潜舰国造，美国要不要帮我们？我们希望暂时希望任何。我们希望他们会帮助我们。我们希望，我们有没有跟他们谈？我们继续接触。继续接触，有没有意愿？
所有议院的国家我们都在谈。好，部长，我还是希望啊，人民的纳税钱每一分每一秒你都不能乱花，你们必须做很好的通盘的评估跟规划。连一个来委员会的报告，它可以有两个版本，你叫我相信谁啊？部长，真的小心，不然再出包了。好，谢谢委员的指导。谢谢江委员。好，下一位，请我们刘世芳委员。好，谢谢主席。我是不是劳烦请部长还有副参谋总长？请冯部长、副参谋总长。委员早安。是，部长、副参谋总长，您可不可以根据刚刚啊，有些委员在质询的部分，有关国防自主产业、海军预化建案的部分的相关的期程跟预算，再讲清楚一下好吗？是不是请副参谋总长来回答就可以了？那部长您嘿，是委员好，是跟您报告，就是潜舰国造这一部分啊，因为我们先前就碰了核定了，从国防部核定也报大院核定，它是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的阶段就是我们的合约设计，合约设计里面从今年开始到108年有4年的时间是30亿，30亿合约设计的目的就是经过这个船厂设计公司。他把他的规格，这个未来潜舰的规格，他的这个期程，他的预算，通通要在这个4年里面做出来，后面才能够我们推估这个建造。刚才有委员也听到，要到底要多少钱，要多少的时间，会比较精准。当然海军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时间，但这个时间没有经过一个合约设计，一个专业设计团队设计出来，那是不够精准。是，所以只是一个预概算的概念。是是，这是。那现在我们的新政府啊，国发会也在处理有关于下一年度我们的预算，或者整体的，不管你是2年期、5年期、10年期的预算。所以有关刚刚所提到这个建案啊，国防部是什么时候会出去给国发会？以今年为主，不管你是下一年度的预算，或者是未来5年、10年的部分，大概什么时候会出去？这个是你们打一下。来，委员你好，我主计局税计处处长。是。委员，您刚问到是106年度的概算。是。106年度的概算，我们已经呈报到行政院去了。那这个概算的那个额度是多少？跟那个海军的这个整体的建案相关的，包括是水面建的或者潜舰的部分，大概是多少？因为最后还是要国发会再呈给行政院做最后的裁定。是，他会针对5年的施政计划跟年度的施政计划再做一个审查。好，那个额度大概是多少？我们现在出估106年度的概算大约是3300多亿。3300多亿，好啊，我了解了。那我想有关于这个部分呢、若干委员的质疑啊，如果能够跟他说清楚会更好，好吗？好，是。好，那您请回。好，那个部长您请回，好，那个副参谋总长我请教一下哈，有关国防自主的关键问题哈，在水面舰的部分的关键系统的获得方式啊，在你们的书面报告里面呢，包括船体涂料啦、主电力的推进马达，潜舰的部分是包括关键设备的取得，包括结构材料、压力壳、天线单元等等这些了哈。那我想您久居的国防部大概也都知道，不管我们是要跟国外获得这相关的资讯呢、不是只有技术取得的困难，哈，经费的筹措的困难，还有包括一些政治上的部分。所以是不是你们曾经有抛出这样的议题，说最后啊一定会找美商来帮忙解决？为什么？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现在的前面从103、104两年的努力啊，不只是美国，是所有世界有能力建造潜舰的国家，我们都有派团队去做访问，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意愿，都有在做，没有指定哪一个国家。那我们现在在国防自主产业里面呢、所要发展的部分是希望把这个关键的技术能够引到国内，让国内的厂商可以承接嘛。是是。先从简单的到复杂的嘛，哈。那再到关键性的部分，那这一段在培养我们国防自主产业的部门呢、在国防部应该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其实国防部应该是有跟经济部，或者甚至是科技部，或者是我认为像相关的，譬如说中科院以外，
可能还有工研院，还有金属研究中心，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单位，我觉得要多多请益，是是，而且要协助好他们来取得国际认证上面的部分，是是，以我们现在在处理不管是船舰或是飞机啊的零组件的时候呢，很多厂商会觉得说国防部呢要帮忙的时候呢就十万火急，但是呢协助他们怎么样在国际的零组件的市场上得到认证，然后可以回来运用我们自己国家的技术来发展变成自主产业的一环，这一部分呢并没有帮忙来辅导他们。那我的了解应该是经济部会发挥比较大的功能啊，所以可能要请国防部针对这个部分啊来做参考。那司长您要回答吗？你不用咬耳朵，你就直接讲好了。来，对不起委员，我这边是司长。我知道，针对刚才委员所关切的部分，那么事实上我们在国推会的下面依照行政的这个指示，我们成立一个国防产业发展推动的小组，这个小组已经开过两次会。对，那么这个开过这个会的目的最主要是整合产官学院的能量，然后让我们刚才委员关切的，我们如何把关键的技术引进到国内。那我要知道是国防部为主还是经济部为主？我们以国发会为这个龙头。国发会只是一个行政院的幕僚，没错，参谋机关而已啊。但是经济部跟科技部都有参与。比方说，我跟您报告学和计划的部分，我们从103年、104年一直到今年，我们总共有每一年都超过1亿以上的这个预算哈，投入在所谓基础跟应用的这个合作上。好，那我希望说国防部能够啊，跟那个科技部也好，或者经济部的一起来协助好吗？好，这个是必然的。好，谢谢。好，那请回，部长，劳烦您再上台一下哈。我想要问的，这是跟人事相关的了哦。是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熊山飞弹案的国赔的办理进度啊，我知道包括部长、副部长这边，已经在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呢，批了这样的公文，要求国防部哈、跟高雄市政府相关单位就这个罹难者家属的部分呢，召开国赔的会议来审议哦，包括外籍船员还有船员的这个国赔协议的内容了哦。我觉得在这么大的这个悲剧发生了之后，包括国安引起很大的骚扰之后呢，我觉得国防部至少相当的迅速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外界的声音啊，现在大概不会觉得说这是跟部长有直接的相关。那在不管是我们的检察单位，我们的地检署提起这个，不管是侦结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要提起公诉之后，我想要请问一下部长，第二波的惩处名单什么时候可以公布？报告赵委，我想是在司法调查完了以后，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检讨，看这一第一波的名单是不是恰当，这个我想一定会有修正。好，一定会修正，而且应该不排除扩大，那大概会集中在参谋系统，对不对？报告赵委，目前我还无法答复这个事情。好，那我希望说我们还是希望用明快的方式啊，来解决外界的这样的疑虑，好吗？也表示说您刚有提到7月6号的时候你们有军纪检讨会，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不是因为痛定思痛然后三分钟热度就好了，好吗？好，那您请回。那副参谋总长您请留下来，我也请这个作战助理次长还有训练参谋次长两位少将请上台。我要问的就是刚刚部长有提到哦，在7月6号军纪检讨会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啊中低阶的军官或是士官会觉得说，按照我们目前的状况，台湾的兵力越来越少，可是业务越来越多。那除了业务以外，一大堆督考的作业哈，包括有人事、情报、训练、装备、政战。那曾经有一些人呢，在PO到脸书上面提到说，国军高阶军官都有一个共同的本事，就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也就是说呢，有很多这个将军呢，可能他来来去去有不同的位置，可是呢，他留下了一堆指令啦，或教育训练啦，不会因为有新的军官来了以后，旧的然后就不见了，还是继续加强，造成很多人会觉得他们的这个士气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没效率，那国军呢，他的士气就越来越低。好，那副参谋总长，您看到这样的状况，您了解吗？您知道吗？我非常了解。好，你觉得要怎么处理？这个部长已经给我们很明确的指示啊，我们现在目前陆海空三军，包括
这个宪兵后备还有我们的直属单位里面都选了一个单位，从目前已经在做试行验证，八月一号起全面的来简化。八月一号。八月一号全面简化，目前已经在做检讨，已经检讨了。三个军种都一起吗？全国军都开始。八月一号开始，那你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告一段落的阶段性目标？我们持续性的做，只要我们发现这个业务是不需要的，尤其基层里面，我们部长也只是不要他，也不要有业务，基层自己那就把战演训做好。把战演训做好。是是。好，那我提供给你一个讯息哈。会不会因为说我们现在的三军新统帅蔡英文总统到处要去看演训，结果我们加强操课非常的难，造成现在所有的低阶军事官都是爆肝在处理要应付新三军统帅到每个地方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试导？应该不会，因为我们上级一直逐级的一级督导一级，副座特别要求就是讲话要做，讲话要算话。我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听到这样子的反应，我们只要求他们都要按表操课。那如果有单位我们发现不按表操课，我们就要会纠正或处分。谁发现？督察室。我们有督察室，还有连参的编组在无预警的在督导。希望能够确实做到好吗？因为我们不希望说有造假的陋习哈，或者是说一些逢迎拍马的这个状况一直发生哈。我想我们的新的三军统帅，或者我们希望新时代的军人不接受那种旧时代的陋习，好吗？是。好，那我们希望参谋系统能够加强。好。是。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部分出来的话呢，可以马上告诉我们。我觉得说真的要说到做到，是，否则现在我们的国军的这个士气啊备受打击，我觉得非常不好，好吗？是，好好，谢谢你，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徐志荣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想请冯部长，请冯部长备询。邱委员早，部长早，部长辛苦了。继中央气象局了，还有各个气象的报告，我们今年的首台也是强台，这个尼伯特可能免不了就是要伤害到我们台湾了哈。当然，我们在这边也希望天佑台湾，我们也可以多多的祈祷，我们也可以拜托济公师父保佑。就是说，万一有发生灾情啊，我刚刚也听部长讲了，我们也有准备了30,000多的这个兵力嘛哈。志荣在这边给部长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比较充分的授权给在地的指挥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去救灾，甚至以后的善后。我是希望说，最近国军的士气都不好嘛，我们不是说最好不要有什么伤害，这个台风万一有，我们这个救灾，我们这个善后，国军好好的来表现一下，我们来扳回一城。这样子好不好？是的，我们在试训会议中间呢，已经规定了，根据以往经验所累积的，应该各地区的负责人就是指挥官。好，我希望能够表现的比以前更好了哈。是的，谢谢部长。那个7月12号南海仲裁案就要出炉了，那大陆的解放军也在本周二在南海要举行7天的这个大规模的演习，甚至于美国的第7舰队的2个航母群啊，一个史丹尼斯号跟雷根号，他们也都在那边，双航母的飞行作业，双方都集结重兵在这个南海，我们太平岛也在那边，啊，如果他们双方之间有任何的什么，万一什么冲突的、啊、怎么样，那我们太平岛会不会被卷入进去他们之间的冲突？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任何的阴影？包委员，我们不应该否认说不会被卷入，但是呢，我们依据现在的情势来看呢、啊，他的这2艘航母战斗群呢、啊，不是在他演习的区域，那么我们希望他们对峙以后
彼此能够产生一个共识，要共同尊重这个地区的共同开发。那么我们的应变呢，是我们自己本身应该加强我们的战备应变的能力。另外呢，就是说对于太平岛的状况，我们要直接能够掌控。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于周边情势跟各国家的反应要做政治的判断。报告完毕。好，谢谢。美中的军事竞争呢，一向都是斗而不破了哈。我们也是怕它，最好的我们那个四万颗的那个炮弹没有，不会用到那个四万颗的炮弹啊。不然还有一点就是说，大陆方面呢，他之前呢，他也就已经有表明说，他要划设这个防空识别区，他是要取决于是否面临空中的安全威胁以及威胁的程度。我现在请教部长的是说，啊，大陆那边有可能划设这个防空识别区吗？啊，如果他划设了以后，啊，对我们有没有任何的什么影响？报告员，我想这样子啊，这个他要划这个防空识别区啊，他应该不会独断专行，因为那个地区的国家都会提出抗议，加上美国一直要求他航行的自由跟航空的自由，那么我想他会非常谨慎，所以这个日期啊，我无法去做判断，但是我们国防部一直都在密切的注意。另外呢，我想我们应该要重申呢太平岛的主权，所以我们对于太平岛所有的运补跟这个照顾，我想应该不会减弱。部长，有时候不是说我们在判断他说他会考虑什么周边的国家的反应还是怎样，他如果独断独行，他就是要划的话，我是说如果他划的话，对我们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他就是要划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候啊，我们即使通过也不会跟他报告，因为他这不是得到国际啊认同的，我想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运补跟空运。他如果划了以后，我们要从他们那边过都不用跟他知会了，当然不用说报告了哈。那万一他以为侵害到他的领空，那万一打被他打下来怎么办？报告员，比如说我们的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啊，最上角一直到上海，所以可见呢，这个防空识别区不能代表你国家主权所能及的地方。是，就是不是说你划了就是你的领空？对的，不是领海跟领空的这个标志。好，那再请教部长，我们本来今年八月以及10到11月，这个我们分别要举行这个实兵操演嘛，哈，还有这个汉光演习，还有我们这个各军种的大型的这个操演，好像原来也是规划说要请我们新总统，我们蔡总统要亲临教业嘛，是吗？那会不会因为这次的金江舰，我们熊山这个雾社的这个事情，啊，刚刚讲的八月跟10到11月的这些，我们的演习会不会有所变动啦，还是有什么变数吗？报告委员，我想我们排定的这个操作的课程呢，不会受到这个影响，否则的话会影响到全军的士气。我们所应该表现的是，在任何挫折之下，我们都勇于承担，要把演习做好。好，我了解了。那有关我们国防自主、国机、国造、国建、国造，我们大家应该都是乐观其成了哈。当然，可能在飞弹的方面，我们可能技术还是这样子哈，这次也打出名号了啦。那刚刚很多委员讲的，可能我们在这个潜舰、造舰的这方面，可能技术上还什么种种都比较弱了一点了哈。也很多委员也讲过的，这个澳洲发了21年，发了4000多亿，他才做了6艘柯林斯级的潜舰，啊，最主要的是他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年，啊，最后面刚刚也美燕也有讲，他在4月份的时候他还开这个国际标，
还发了1.3兆的这个由法国取得他的这个订单。刚刚北爷很多讲过了，澳洲的不管他的什么资源、什么技术等等，应该都比我们强嘛，哈。部长刚刚你有讲，啊，志龙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刚刚也有委员问你说，啊，主要的设计的主要的有没有跟谁谈啊？有跟美国谈了，啊，接触了一次两次，问题是没有结果啊。没有结果的话，我们下面一直动一直动，钱一直发，啊，最重要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柴油主机这个报告里面写的柴油主机等六大项啊，是不是其中还包括一些推进器啊，我们的武器的配置啊，一些声纳的系统啊，种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先把可以支援我们这些技术的国家、先进的国家有关潜艇的，先把它找好，我们谈好来，是，不要我们在下面白忙一场，到最后面关键的可以帮我们的国家都没有找到，我们编30亿编什么以后多少，是不是就比较没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整个事情谋定而后动，所有的你该取得的图也好，关键技术也好，您说的这个柴油主机也好，到底是谁要给我们？这些问题大家全部都找好了以后，我们再来进行。当然我们都很乐观，是的，这个国舰国造，尤其这个潜舰，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也是不能说随便浪费这个人民的血汗钱嘛，是的，不要搞了半天我们白忙一场。刚刚有委员讲，如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就不如干脆编预算看跟谁买就好了、啊、虽然我们目标是国防自主、国机国造、国舰国造是没有错。如果你找的对方啊，美国也不答应，甚至你讲的比瑞典技术好的那个国家都没有一个国家，关键的技术都不支援我们的话，我们明知不可为，要在那边做，这是不是就是会有浪费我们这些预算、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个？事情会发生，所以志龙在这边给部长的建议就是说，所有的有关的对象都找好了，我们谋定而后动，再来进行。我们当然也很乐观，其实不会像澳洲这样子，我们比澳洲花更短的时间，比他花更少的钱，比他做出来比他更厉害的潜舰，大家一起。是的，报告委员，您指导的非常正确，我们听到了。我们会努力，谢谢委员。好，部长加油。好，谢谢。下一位，请王定允委员咨询。谢谢主席，麻烦部长。啊，请部长备询。王委员好，来，部长。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我们武器国造相关的问题哈。那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你一些建议哈。那你能回答就回答，不能回答就是单纯建议哈。现在我们有关熊山雾社的事件，当然你们现在查明真相，还要就责，还有很多事情。那我这边很诚恳的建议军方，第一个，不可以虚伪的改革。什么叫虚伪的改革呢？我举个很明确的例子，比方说那一条。火线安全接头从兵器长移给舰长，我认为这叫虚伪的改革，因为问题不在那里。那个领料的过程身份不对，那是发料的时候问题，流程没问题，是人出了问题。就你现在把那个东西移到舰长室去放，一个舰长下面有兵器长，不应该什么东西集中在那里，他思维的东西不会这么少。我是举这个例子，所以当你要改革的时候，要看到对症下药，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的整套制度其实没问题，是人出了问题，那从人这边来惩处。要一个人可以操控所有的东西，我哪些的操控点要有断点，让他没办法一个人一台机子可以把它完成，请中科院协助用软体来补强。我说不要虚晃的改革，就是改了一堆，结果增加了不管是领导军官或者部队的困扰。
第二个建议，不要因噎废食。哇，这个东西操控久了，万一不小心就射出一个那个海舰零二号飞弹或什么，如果因为害怕操演、害怕演训、害怕实测，所以我们把减量，就像以前有时候天边一朵云，我们飞机就不飞了。这你也知道，这对部队不是好事情。不要因噎废食。最后一个我要提醒的就是，军令如山，军纪似铁。那其实军中的袍泽的感情要顾着。现在犯错这几位，请你们关心他。是，再怎么样子做错事都是我们的兄弟，再怎么样的不对，都是我们军中的袍泽。对的。所以我第三个提醒你们，他们做错了，该法办就法办，该处分就处分，该列在汰除名单就列在汰除名单。但是只要他有一天穿着我们的军服，就是我们的弟兄，心腹官要陪同，家境要了解，爸妈有没有被侮辱，这些东西要去关心。我们去关心优秀的，像之前那个蔡少校，军中不管优秀不优秀，都是我们同一个梯队、同一个团队的人。所以我这三个提醒，希望部长你们在做检讨的时候要把它列入考虑。是的。那接下来我要请教的是有关我们武器国造问题。我们现在大概几方面的困难，第一个核心技术或者我们无法取得的关键的零组件的困难，第二个中国的围堵，第三个美国的态度，其实就国际的态度，第四个我们人才资源到底够不够，最后一个预算经费要花多少钱。大概这五个困难，中国的围堵就不用讲了，那个不是靠你一个人可以解决的。我们也不希望发生像拉法叶一样，从法国到中国到台湾三个地方都有人分到那 commission， 他们有人这样摆平的，那个是武器的采购的弊端。所以中国的围堵它是一个常数，固定的常数。美方的态度基本上方向它不会乱变动，但是基本上在协助台湾取得相关的武器，它有一定的善意，但也有一定的界限。我们现在可能比较重要面对就是我们核心技术设备零组件，尤其在潜舰这一块，到底是已经取得了，还是在努力寻求当中？我待会要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人才资源，不是指中科院或者我们现在传播中心的博士，我们当推动这么大的案子，我们现有的大专院校甚至要用到硕士学程以上的人，有没有跟教育部谈专案去培养，专案去签约，否则我们工程师的替补会有个问题。然后最后一个是预算，所以我先从预算开始。根据我们平均看起来，这几年我们的国防预算大概这3000多亿，我们人事大概就要花掉1431亿，占了 45.9%。 这个数据大概从预算中心来的。第二个作业维持费，就是我们经常门要维持的，大概花了763亿。这两块呢花完了，扣掉一些其他预备的，大概只能914亿放在军事投资。而军事投资扣掉有一些是历年摊起来，比方说 F-16 的升级计划1100亿，它要摊10年，还会吃掉里面一部分。所以我现在问的是，我们看下一页，我看到你们好多计划，像康平二阶段计划358亿，要分12年，那大概一年就要30亿了。又比方说沱江级的军舰后续计划，你们对外说概估是240亿，其实也没有期程，也没有计划，都还没有嘛。好，部长，这个已经规划出来了吗？这个是跟委员报告，委员所关切的就是沱江级的后续舰，我们目前是这个金额跟期程出来的，106年启动，大概要几年？这个整体的规划，如果说完全它的一个预算获付的话，我们大概所要的时间是106年到114年，所以8年的时间。是我们必须要用这种240亿这个预算算的对不对？这个是抽你们奶的哦。概估嘛，这个没有到这么多，你认为没有到那么多？没有到那么多。然后呢，鸿运计划，因为后面还要正式开标之后才能了。你知道，我现在把鸿运啦、神盾舰1600亿我都列出来，我可以慢慢用会计方式把你是跨年度的钱都把你算出来。是，你就会发现你的预算放在原来年度预算里面到底塞不塞得下去。
如果加上行政院长已经宣示了，我们的预算大概不会成长，以不成长为目标。然后呢，部长又要照顾我们官士兵的生活，还想多个600亿在里面。我第一个严肃问题问你们：建军我支持，武器国造我也都支持，细节我还可以慢慢谈，做不做到另外一件事情。我光从钱来讲，你们需不需要用特别预算来处理这些事情？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海军当初在做这些案子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有把政府的财力的状况纳入为我们的整个建案的考量。你们有没有？你们是年度预算就可以支应，还是需要特别预算？我们现在的原则是采分年平均长期规划。若我们在这个阶段后续的新我们旧的兵力急需汰除，或新兴兵力它有一个快速作战需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必须要去做争取。争取特别预算是，我给部长哈，这个才是你军政的工作哈，训练啊、兵力啊什么，那个是军令系统。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预算？你这些东西都跨八年、跨12年，你如果放在年度预算的时候，常常我们军中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有东西做到一个阶段停了，后面就没有了，前面叫浪费，后面叫没希望。如果你们好好去把这些计划审视清楚，特别预算跟年度预算是一样的意思的。它只是因为跨年度国家重大施政，它有四个基本要点可以这样来编列，是的，你才可以让你这些计划稳定的实施。否则潜舰又不是第一天说要做了，有时候说要做后来又不做，有时候有预算有时候没预算。那军队要现代化，你要一个经常稳定恒长的裁员，你才能去处理这些事情。是，所以这些都是你们报章揭露出来的。我算了一算，如果要塞进年度预算其实塞不下去，又加上很多都跨八年跨12年，所以只要符合预算法，甚至于有些指定裁员哦，我们开玩笑来说，雄风三如果这么好卖哈，那一颗大概可以赚个将近1亿的话，只要政府政策允许，武器扩散条件我们把它弄好来，不要影响我们国家安全，输出变成稳定的指定裁员，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研发产制销的能力，不见得是坏事。所以部长你们。大概你今年度就要回答很严肃回答问题，我们对这一系列的光海军就12个造舰计划，还有高教机的计划，万一 F-16CD 团舰又来了，我们现在1100亿要把它升级，通通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于建构一个完整稳定保护台湾安全的国防兵力，在武器这一块，你们要不要考虑特别预算的方式处理？我们目前呢、没有这样的打算，但是我们假如实在非常拮据，或者是我们必须要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提前提出。提前哈，现在已经很接近了，很多计划都105年、106年、108年，你的预算稳定的财务的来源，如果到现在还没规划的话，我要讲一个不客气的，幕僚是失职哦，否则你们现在站在台上备询，你要告诉我说都没问题，预算都没问题。那将来我们未来4年，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听到你会不会要追加，或者哪笔预算为什么经常编列，现在又没有了，就表示你原来的设计其程是思维有问题。我现在请问一下，我们的潜水艇到底开始设计了没？跟委员报告，我们的那个潜舰的我们的规划是在今年要完成跟船舶中心做合约设计。的30亿嘛，30亿，三十亿委托他设计吧，是的。因为今天船舶中心有没有来？今天没有来，没有来，就很可惜。我们在聊国建国造，船舶中心一定要在啊。是，沱江舰也是他们设计的、啊。是的，你潜舰将来主签约是他、啊。现在我们能力，我们今年3月23号不是有签了一个有关潜舰的约？那个是有关他的，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如何把现有的潜舰去把它维持，是3月23有签延寿案的约吗？是。他那个就是我们，他主要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先从我们的作为维持费的。你们已经签，我听不太懂。维持费，你已经签了延寿案的约在3月份。是延寿案其实就是就延寿案是现有潜舰，就我们现有潜艇没几台了。对对对，有两家要放在博物馆的，就以现有的潜舰透过延寿案提升我们自己研发制造的能力嘛。是的。到哪一国怎么做细节我就不问了。是。所以既然你们3月份签约了。怎么会说延寿案到现在都还没有进行，也没有定案？延寿案它持续在它第一阶段是针对延寿案的，还没有定案的是另外一个阶段的设计，然后没有定案的是
我们的潜舰国造的部分，我们前面的那个是属于我们现有潜舰，是两个案子，所以研收案是有嘛？但研收案的基础，研收案的基础跟后面潜舰国造其实有互补的，有影响的。我们所有的其实所有的我们国军的能量都会从我原来的基础而会借用因为时间关系哈，我最后只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预计108年台湾的潜舰设计图交出来吗？按照我们的合约设计的是在108年。你们之前已经投入3000亿在潜舰这方面？没有。我这边看的，前面是研究、啊。第五页啊，你们第五页写没有。103年委托传播中心，105年执行等等，共计投入那些都是可行性研究的部分，就花3000亿哦，没有3000亿，包委员没有3000亿，3000万，包委员哦，3000万，是、okay 哦、那个评估是3000万，所以我现在问的是，当你们今年跟传播中心签约，民国108年他的设计图应该就要交稿给你们看了，是的，按合约精神是这样，这就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了，是画潜水艇的图跟画。完全不一样，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潜舰的配重比，每一个零件的样子、尺寸、是重量，是在设计前几乎都要确定。否则你画到后面，一个潜望镜、一个东西、一个泵浦换了型号，你画出来那几千张图可能都要重来。是，我跟你讲。所以108年能交图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对所有的零件重要的设备来源都已经有把握了，要不然怎么画？跟委员报告，这个可能要传播中心来去做回答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有关这部分再另外跟委员报告。我留一个大问号嘛，是108年可以交潜舰的设计图，意思开始画的那一天之前，我们所有的零件、装备、尺寸、重量应该都要有，否则画不出来。我这句话了解对吧？了解，委员您非常专业。好，所以部长，我一开始的提醒，请记起来。好，谢谢，谢谢。是的，谢谢您。下一位，请吕玉玲委员咨询。主席，请冯部长。请冯部长备询。委员好。部长，熊山事件过后啊，大家都一直很多的臆测、揣测。到底这个要命的这个40秒真相是什么？部长，你可不可以解密，把真相赶快公布出来？不然你让大家要随意的揣测，什么话都有啊。还有说这个是集体作弊，是集体作弊吗？你说是集体作弊吗？请部长回答。我们军方的调查报告啊，假如大家有质疑的余地，那么我们还有司法的调查，所以我想司法会这个调查出来以后，我们会有更这个慎重的一个结论出来。部长，你看看各周刊、有要命的40秒解密，还有集体作弊，这个让外界一直在臆测，难道国防部没有一个完整的真相报告吗？继续让大家在看吗？现在很多民众本来是担心害怕的，现在变成茶余饭后看笑话。报告委员，那是你讲司法要调查，国防部也要调查，你们一点一滴的问到哪里答哪里。现在甚至有说了，6:40火线就接上去了，7:30又接上去了，这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拍马屁，事先就准备好了，您知不知道？这些的说法你知不知道？那到底怎么样？国防部没有立场，没有主张，不能说清楚吗？所以本席在这边要求国防部，你需要多久的时间可以完整的真相跟国人大家报告，不要再一直猜测来了，这个有损我们国军的形象，我们海军的形象会受到严重的打击，赶快公布完整的真相，需要多久？部长，需要多久？这么久的时间了。我们已经把调查报告已经公布了，但是这就是公布了吗？您集体作弊？您不相信？跟说不是，我不相信的。集体作弊？那我们等司法的调查出来再看，到底我们这个报告的那多久如何？
司法的调查，我们你们都不去管这些，我们当然去管。你现在让国人在看笑话。我想国人不会这样子讲话，不会这样子批评国军。你这个熊山飞弹射出啊，会影响台海的战争，这个当国人多么害怕的事情，结果现在真相不明不白，说不清楚。所以本席要求你尽速把完整的真相公布，好不好？好的。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十五年兵力重建计划，今天的业务报告，这个几十页啊，这个业务报告这么多，但是都只有报告国基国造，只有三行字，只有三行字在讲十五年的兵力整建的愿景，难道海军不重要吗？海军不重要吗？我们的船舰都很强，但是呢，人力的训练不足啊。就像这次的天兵啊，这个士官长要喝水，中士误射出去，这个就人力要加强训练，但是没有看到你这个整舰愿景，没有谈到人力的培训、海洋的教育，还有我们整体的一个海军需要哪些一些舰艇、一些炮弹，这些整体的都没有，全部在讲国基国造。国基国造不是海军整舰的救命弹呢，怎么会这样子呢？一个鸡蛋里面，你不能把一个鸡蛋全部放一个篮子里啊，整体的你都要去看看，要去了解，尤其是你的十二项，你十二项的项目里面谈了这么多，哪一个是最重要的？部长，你要增加这个十二项的一个愿景的建设，这些什么战备艇，还有我们的运输舰等等，你列的是十二项，哪一个是最重要？请您说一下。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力的培养，然后人力的去筹建。我现在在问你，这十二项哪个重要？这十二项里面，你们的业务报告里面就没有讲人力的培训。我刚刚在提醒你要去加强。那现在落回来讲你这十二项，你要做的工作，这些运输舰、运输艇、人力运输的，哪个是最重要的？你这十二项，我想潜舰总有先后顺序，只有轻重缓急吧。潜舰是战略武器，当然是列为优先。所以我们做最大的努力。您特别提到这十二项预估要4700亿，在107年一直到129年，分23年，每年几乎要花230亿。里面最重要，你要先做两项，你都答不出来。这个两项新型的两栖船坞的运输舰，跟快速的布雷艇，跟飞弹预防舰的这个沱江舰，这个你要先做。好，这个你要做，但是里面这十二项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多功能的人员运输舰，这个跟医疗舰也是重叠啊，跟这个我们的两栖船坞这个运输舰也是重叠啊，这个有没有这个必要性？这个多功能的人员运输舰，这个就没有特别的需求嘛，因为跟这个有重复的。报告委员，我们所有的造舰计划就是把我们现有的船的寿期还有妥善状况都把它去做了一个分析，分析完之后十二项是我们造舰的一个，所以就应该不要照单全收吧。但是不，我们要是后面我们的财力状况、我们的兵力需求，然后我们的实际的一个作战需求的时候，我们会做调整的。但我们海军就一直是往前看，对于未来的兵力先做预发。好，那你们要注意这十二项，是的，有些不必要的就要删掉，不可以照单全收。是的，是的。本席为什么要提出来？我非常关心海军，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海空就是第一线。但是我回归来又看到我们海军啊，要积极的争取你们的预算。 是你看看所有陆海空的预算里面，陆军空军都将近有15%的预算，
但是海军呢，这几年来连续三年来，从103%的将近6%，到104%的6.68%，到105年的7%，为什么不去积极的争取陆海空都平均来发展，都非常的重要。部长，你有看到这个预算了没有？联合作战的考量，当然是联合作战的考量啊！你现在做这么多的舰艇，尤其是现在，你看一个熊山造价上亿耶，你一个雾社就飞掉了，就没了。那你的预算呢？你们如何去争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看到我们的船舰炮艇这些的设备，我们还有很多，部长，还有很多让我们海军的整舰的一个规划要放大来看。因为是什么？我们的很多的海域啊是重叠的，我们海军要怎么来处理这一块？我希望部长你现在可以明白的来告诉我，你怎么去规划重叠的海域，这是你的领域啊。不，并不是说像海巡当然是你们底下的，但你们整个国防部海军你就要整体的来做这个规划，有没有？部长你今天是习字如金啊，审慎不敢多言是吗？还是我问的问题你都听不懂？委员好，我是战略规划室代理司长。就刚才委员讲的非常对啊，我们要如何确保我们的海洋权利跟我们的交通线的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做十年兵整跟五年建军的时候，十年建军五年兵整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做海军海洋权利的维护。所以这一点委员刚才讲的是对，我们在建军备战上面都有因为联合这个作战的优序，以他的优序来排列。谢谢委员。所以海军要有着力点，如何去使力完成整个的那个战略的一个规划是非常重要的。虽然陆海空当然是联合的，但是海军特别不一样，台湾海峡、台湾周边都是海啊，所以我们希望海军对于我们在出海之后有很多的我们的重叠的海域，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个处理规划，我们才有办法去使力，才去做一个好的一个防范。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海军你要多多的来努力这一块，是好不好？委员知道。所以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我再一次的重申，我们海军一定要把我们的15年的整建兵力的这个计划，好好的要着重在人的训练，不要有一直以为国建国造就是我们海军整建的救命单，要同步的来做我们的整体规划，好不好？是。是的，谢委员。好，谢谢。接下来，谢谢委员指导。马文君委员咨询。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请部长备询。委员好。部长好，其实今天我们主要讨论国建国造。那日前蔡英文总统其实他有前往我们宜兰苏澳军港上去登上我们台湾自制的沱江舰的时候，其实他非常感性的说了，国建国造其实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所以一定会坚持坚定的走下去。所以蔡总统也希望政府部门还有我们的产业界还有军方大家可以团结合作，然后一起实现国防自主的目标。我相信这个也是大家共同期待的。不过现在国防部因为我们看了报告以后，还有这一段时间我们发生的状况，其实现在国防部对于国建国造蔡总统又讲了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而且还不能当一只说真话的乌鸦，你要当喜鹊，只能报喜不报忧。我们刚刚看到了，然后就是说在报告里面，其实我们有水面舰，还有已经水面舰有已经建造完成的，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正在执行当中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部长说的非常重要的，而且优先可能要做的就是潜舰。潜舰之前我在委员会还有总咨询的时候我都提过，尤其澳洲的
例子，我们做了完整的比照表，所以今天我就先不谈潜舰，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中的，就是猎雷舰。猎雷舰这个案子，我们的康平二阶段这个案子，其实它也是海军一个主要的范例，我们也希望它可以成功的创造国防自主，而且可以把它建造完成。不过我想要请教的，目前因为我们在猎雷舰，这个是庆父在103年10月拿到标案，对不对？是，现在正在建造第一艘。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正在建造第一艘，我们有没有掌握现在第一艘的状况？我们现在第一艘的状况，就现在现况是在它的一个期程都是正常的。期程是4年，可是万一它通通没有动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在现在掌握，那4年后就会开天窗喽。那接下来的那5艘要回到台湾来建的这5艘也会有问题。如果连水面舰你现在军方列为范例的一个案子都没有办法执行成功，你就不要再谈所有的其他国舰国造，甚至潜舰，潜舰的它的困难度比这个高得多。我想请教一下哈，目前我们的猎雷舰负责的就是得标的厂商庆富，他的财务状况我们军方有没有掌握？跟委员报告，有关他是属于私人公司的，这财务的部分那个我们军方不做进一步的说明。不过我要提出来，国防部说不方便做进一步的说明，我问的是说你有没有掌握，因为这个连带案其实庆富跟我们9家关谷的航库做了连带205亿，它主要就是为了我们猎雷舰的这个案子，是由地银行统筹去主办。从105年2月4号签约拍板以后，本来3月底庆富造船应该要依约到位的10亿的增资，违约没有到位，所以一直到6月才勉强凑齐10亿的增资，对不对？到6月哦，今年的6月哦，所以其实它这么困难的情况，因为它标了是我们353亿的一个标案，可是它连10亿这样应该要依约到位的，3月应该要到位，它到6月才到位，这样子的财务状况真的可以执行我们的猎雷案吗？再加上庆富造船它的资金这么吃紧的情况之下，他这样的拖延也让人家合理的怀疑，因为之前他甚至采取有点像金融犯罪的手法灌水增资，因为他为了贷这个205亿，他原来的资本额只有5亿3000万，为了这个连带案，有可能是为了这个连带案，他增资在短短半年增资了24亿，总共30亿，可是后来那些钱又不见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如果由地银行统筹主办这些参贷的行库，然后包括和库、华银、台汽银、台银、土银、彰银、农业金库跟中国输出银行等9家的关谷行库，他们都知道庆富的财务可能出现状况，没有理由我们国防部到现在都没有做一个掌控还有处理，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做法吗？委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前任的计划长。简单说，你们现在要的做法。我这样讲，整个庆富他得标的案子，海军在做评估的时候，是在他把所有的相关的资料报到海军司令部，当然还有几个其他同时的厂商，然后做评估。我们现在不要谈那个，因为他在取得合约的时候，当然他的资料、他的资格应该都是符合的。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他在执行的当中，因为你第一艘交舰大概4年多的期程，107年，他意大利就必须交第一艘猎雷舰给我们。是的。可是如果以目前的状况来看，他的财务这么吃紧，他到6月他应该给连带银行的10亿，
六月才到位，可见意大利那边完全没有动作。那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他真的可以依约做到吗？你如果要在这里帮他打包票，说他们可以做到，那也没关系了哈。接下来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些问题。可不可以让我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不是打包票，后续他得标之后就是一个合约的关系。那现在所有的东西，海军也有专案的管制，甚至他们人都已经到了意大利，那么在那边也按期程来做所有的造舰的监控的过程。按照期程，你们有过去吗？海军有过去吗？海军有派人过去。现在做到哪里？细节我没有办法跟你报告，但是目前为止都是按照进度来做管制的。你知不知道意大利要求他们提供数十亿做开模的费用，他们拿不出来。那你要跟我说现在细节，因为这个跟细节没有关系，它是执行期程哦。你现在连这个都没有办法掌握，表示他现在还做不出来哦。报告委员，我想这么说，那跟细节没有关系耶。这个东西是庆富跟意大利他们合约商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掌握整个进度。如果当他进度如果是真的是延宕，那么我们就依约计法。我们按照合约来处置。延宕是你说四年以后他交不出第一艘舰吗？不是，我们随时都在管制，我们每一个节点都在管制。那你应该要现在，没关系，你现在不方便说明细节，我等一下会要求你做彻查以后提供书面的资料。我现在再提出来，请国防部一定要严格的控管，因为庆富的董事当初是庆富来标这个案子，他们原来的董事长陈庆南，他是主要公司负责人，还有他这个是家族的企业，包括他的儿子、他的媳妇都有股份。董事长他的持股高达43%，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现在持股从我们经济部的网站上面可以查得到，他们持股是零。今天你的列雷舰在合约里面，他如果第一艘舰交了以后，我们国防部要付多少钱？再加上如果万一他拿，如果他财务吃紧，拿了钱以后他们家通通有绿卡，跑了以后你国防部找谁要？他今天拿出来银行的连带的董事长董事持股全部变成零，庆富哦，在庆富的持股变成零哦，到现在我们还可以不掌握吗？你还认为意大利可以如期如质的交出这一艘列雷舰吗？包员，我想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合约的管理，合约的管理里面，合约管理上面去掌握这些事情。合约的管理里面，通常谢谢委员的提醒，我们会合约的管理，听我讲完。合约里面通常还会有一条，如果有破产或者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国防部必须要有所考量。这跟我们一般的工程一样啊。你今天要盖一栋大楼，你本来可能我们的工期大家都算好了，你可能大概要一年的时间，可是它已经经过了半年八个月，到现在连基础都还没打，你还可以认为你有掌控吗？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去做掌握或者做一个危机的处理，我相信我们的国建国造会是失败的。再加上庆富在过去去年，其实他们也执行了我们那个海巡署，对不对？他有100吨的巡防艇。28艘，他在演训的时候，预演的时候，在海中央他就宕机了，发生烧缸的状况。海巡署也要求他一定要改善，要把船通通做处理。如果没有依约改善，就要解约。这样也是庆富他们拿到的。这样的公司，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没有掌控的情况之下，相信他可列雷舰？我们一个示范的标案。海军拿来当范例的一个案子，让他继续执行下去，我相信到现在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如果海军没有掌控，我相信你的国建国造完全失败，而且你会很快的就打脸总统。在这里我要求书面资料彻查以后，给我比较清楚的还有详细的那个做法跟清查的一个状况，好不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下一位，请林德福委员质询。林委员质询完毕，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只有一案而已啦。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是不是请那个冯部长？冯部长备询。
林委员好。黄部长，我请教你哦，我想因为这个尼伯特台风，马上就是要侵台，那本席特别提醒黄部长要这个提前来部署哦，那预值兵力随时防救。请问黄部长，这个到时候要是说有灾情，陆军是否会出动黑鹰直升机来协助救灾？报告委员，我们已经有救灾直升机的编组，不一定要用到黑鹰。这样哦。是的。那此次这个蝗灾所配置的兵力是否仍有一样有 UH-1F 直升机？报告委员，这个要由国州中心通报以后，我们作战中心呢跟应变中心来决定。现在我们想不做这样的决定。那个本席要特别提醒冯部长，因为 UH-1F 这个 1H 哈，这个近年来它的失事率啊是偏高的。是的，我相信你很清楚。那在这部分哦，这个冯部长一定要特别去注意。是的，哦，那我再请教哈，我想三军的这个联合实弹射击，2016年预计啊实施两次，哦，那整合三军短中长程各型的这些飞弹，哦，那以验证国军各类型精准哦飞弹射训的成效。那请问部长，会在台湾东岸举行还是西岸举行这个实弹射击？我们习惯的规划都是在东岸。在东岸哈，那实弹射击演训的这个相关办理期程为何？这个训示室来答复这个问题。委员好，我是训示室的助次。那针对委员询问的问题，那我们的日程的部分，这回的精准弹是在12号到20号来执行精准弹的这个射击。那是不是因应这个熊山会弹事件，是否会调整这个超演的科目，以这个维安管制整个作业的项目，会怎么处理？包委员，自从这个动拐动腰事件以后啊，我们已经延了一个礼拜，而且我命令我们的参谋总长严上将率领这个一组人去测考，提醒他们这个作业程序的安全跟射控的安全已经做好准备。黄部长，因为汉光32号演习是国军史上最大规模的训练哈的演练演训，那包括陆军啊、海军啊、空军啊、这个实兵对抗等等。那请问部长，汉光32号演习在8月来操演这些项目，是否有实弹的射击？有的，有是。报委员您好，我是连山助理次长唐华。我们在汉光期间，我们在8月23号到25号，我们分别在几个部分地方，我们都有做实弹的射击。那会不会因为这个熊山会弹事件而取消今年这些实施的这些射击的演练？会不会？报告委员，不会，不会哈。是的。那10月、11月又进行哪些的操演？10月、11月我们会进行我们军种对抗的操演，也就是每一年我们例行的军种，他们有一些对抗的操演，我们也会在那个时间来执行。那像这些蔡总统他会不会出席来示导？这个部分我们是报委员，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总统是否有其他的行程。我想我们会按照原例啊，我们都应该请我们的三军统帅来莅临。那个部长，海军15年兵力整建计划以国建国造的方式，要新建2艘2驱运输舰、11艘的飞弹巡逻舰，但外界认为说募兵制浅建国造啊，这个以国造这个的预算压力下，要兼顾其他军种的建军。以及对美采购防空飞弹给付的这个高峰期，那国防部仍在投入水面舰艇新建的预算，恐怕相对是有限的。那请问部长，未来在4年内，除了优先推动2栖运输舰之外，还会造哪些的这些船舰？
这个我们按照海军七层的规划，今天早上已经有一个报告提出来了，那么详细的情形我请海军参谋长来答复。委员跟您报告，我们现在已经纳入计划了，除了说是在正在执行的是康平的建的第二阶段，现在已经在建造阶段，那明年开始我们就会有三个形式的船启动它的一个造舰的计划，就是分别是我们的两栖船坞的运输舰，它的原型舰，还有也就是我们沱江舰的后续舰，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快速的布雷艇，也是在明年，所以我们明年总共有三个造舰案启动，那其他后面的案子，后面的案子我们都会有它的一个规划的一个那个计划期程，但所有的计划期程还是要按我们建案作业程序来去完成的程序之后来办理，那这些是已经完成的。跟你那像未来这些计划，你有一些这个预算啊等等，会不会受到排挤或者等等这些因素会受到？这个所有的建案跟国防财力跟所获付的预算都是有关系的，这是都是会做一个平衡，然后分年的预算，然后去做一个平衡，这是一定的。那并是否会有排挤的现象，应该这个都是做一个整个国防部会 做整个一个联合作战的整体考量。部长并没有所谓排挤。蔡总统将高教机、国机、国造列为目标，那空军也拟定方向计划来采购66架的这个高教机，来取代现有的这个 AT3 教练机。那请问部长，国机国造这个政策方向是否不变？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那是与国外厂商合作生产，还是转为自研自制？我们是自研自制。那最慢何时会决定要采购哪种机型？这个我们要依照一个采购的程序啊，现在计划案已经在行政院这个核定中，核定完了之后我们要开始招标，并没有固定说我指定哪一个厂。那是汉翔的 IDF 高教机，还是韩国的这个 T50， 还是这个意大利的 M346？ 现在都还没有决定。没有决定是吧？现在也不能够做这个决定。这样哦，那个洪部长，因为台湾空军拥有造价昂贵的战机，但竟然没有这些抗炸力比较好的这些新的机库哦，那就是机堡，那可以来防护。那国防部未能落实一架战机筹建一座新机库，就是一机一库的政策，那已被监察院来纠正。那洪部长，你认为你是空军出身的哦，那对空军战机保养防护应该更加会去重视。那106年空军是否会编列预算来新建这些新的机库？哦，鲍委员，我是空军常务次长啊。有关于这个监察院所纠正的一机库啊，事实上我们空军在整体规划上来讲是逐年来编列的，因为我们的机堡库啊，到了年限了，所以说我们在明年来讲的话，我们也依照我们的既定的计划，在相关的基地筹建新的机堡库，以满足我们现在一机一库的需求。那个是非常重要。是的，现在来讲，现在目前来讲，我们都是逐年在编列预算在实施。好，我希望说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有期程，而且要有规划。是的，没问题。你不要说你有战机，那结果你那些黄炸的这些机库，你没有把它配置好，是的，没有处理好，未来还是会衍生很多的问题。是的，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好，谢谢。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了，请宣读。临时提案：荷兰海牙国际仲裁庭于6月28日宣布，将在7月12日公布南海仲裁案判决结果。对于南海争端，外交部日前重申，南海周边各国应尊重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与精神，自我克制，维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现状，避免采取任何升高紧张情势之单边措施。政府也愿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与相关国家共同促进南海区域和平与稳定，并共同保护及开发南海资源。然而，中国大陆与美国双方近日与南海区域持续对峙，紧张情势随着仲裁宣布日逼近不断升高。中国大陆在南海军演，美国已在南海部署航母战斗群。对此情形，台湾不能没有准备。原此，
要求国防部务必做好万全准备，以因应南海情势随时可能之变化。提案人江启臣、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黄昭顺，以上宣读。好，有没有意见？国防部没有哈，没有我们就通过哈。好，谢谢。我们接下来继续质询，请黄昭顺委员质询。部长，请部长备询。部长好，官员好。对，部长，我想请教你几件事哈。我今天早上看到报纸，我觉得有点讶异。那个对岸说南海仲裁的结果，他把它当一张会纸。那我们这边就说，太平岛如果被当成礁岩，我们就会讲很难听的话。我想请教部长，你们应该有做过整个的盘整吧，也做过整个的推论吧。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答复。你们国安会议，对，那我请问你，我们会说什么样难听的话？多难听的话？是三字经呢？五字经呢？还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是不是有心人士的作弄。哦，有心人士的作弄。我想我们的国策已经非常的明显。所以你们不会讲很难听的话。我们国防部不会。你们不会讲很难听话，那我想要请教你部长，因为7月12号要他们要宣布嘛，哈，是的，你能不能够在7月11号以前派我们国防部的军舰派到我们太平岛那边去宣示主权，或者跟海巡署协调？报委员，我想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我们最好展现军力。展现军力不一定要在这一个时刻。哦，这个时刻，但是你这个时候不做，如果我们只是说我们要讲很难听的话，又不是小朋友在吵架，这个怎么会小朋友在吵架才会说我们要讲很难听的话啊？委员，这个讲难听的话，我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哦，但国防部我看那个没有立场讲这些事情，那个总统府那个发言人有讲啊，那个黄什么燕的，我忘记了。那个我不知道，但是黄崇彦啊，对，他有讲，他说我们要讲很难听的话。我现在这要跟部长讲的就是说，一个国家主权的宣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是的。好，所以与其我们要在事后讲很难听的话，又不是小朋友在吵架，我们希望我们能不能够在之前，我们就把舰队派在那边。说，我记得上次国防部长在这里讲嘛，说你如果10年前当国防部长，太平岛早就被你搞成10倍大，那我想这一次让你补救，你就先派一个船舰去，然后呢，我们就在那边宣示主权，可以吗？鲍委员，现在我非常谢谢您的期许跟奖励，不过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中共在啊西沙在这个做大规模的演习，没关系，他们在演习，我们也不能示弱哈，这是第一个我要跟那个部长讲。第二个我要提醒部长，就是说，好，你如果7月12号以前你不想去，不想派军队去，你7月12号以后，我跟那个招委讲一下，反正立法院结束了，我们就到太平岛去宣示主权，就外交跟国防一起去，可以吗？这个事情我会报到那个国安单位，让他们去做决定。这个不是报到国安单位，这个只要我们委员会排的就要去了，部长。以前我们都去过。假如你们有这个权责，我们当然要派军舰。啊，不是要派军舰，你要陪同我们一起去。部长，你现在不能示弱。考察你都讲10年前，你就可以把它搞大。10年他不用上来，你请下去。我没有要你上来，我没有要你上来，请你下去。鲍委员，假如你们指定要我陪啊，你就一定会去哈。我希望部长能够说到做到哈。第二个，我借这个机会要再提。我们整个这一次的船长的事件，国培一定要在你的框架下做吗？我们绝对不要走入司法。为什么？司法时间会很长。我现在要提醒部长一件事：上次菲律宾的我们的渔船被那个我们小琉球的渔船被菲律宾打到，我们整个的赔偿，包括跟菲律宾的谈判，都是保密条款去处理的。我对于部长，你们那一天居然可以把家属的8点要求，当然那8点要求可以讨论，可是我们在这里公开处理，本席觉得不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让家属再受到二度伤害，让很多的什么 PTT 啊什么东西在那边一直讨论，我们认为这个对家属不公平，所以我具体的跟部长做建议，你整个的国赔不要在你的框架下做，我也本席也不希望，你知道我当天其实我就在现场，我也不希望走入司法，但是不能够只有你们一个框架的选项。所以那个部长，你同意我的讲法吗？同意。好，我希望你们做到哈。是的。再来，我要请教你，按照国家机密保护法，我们有分作什么？绝对机密、极机密跟机密，对不对？是的。好，我请问，那一天我们把灰弹射出去的这个计划是什么计划？我不是你答不代答，我没听清楚你问的意思。我们那个灰弹在演练嘛，对不 对？我们有很多的战备演练，是包括说我们七月有一个海军制式的海军准弹药的设计的演练嘛，对不对？是。好，这个是属于如果按照国家机密法，它是属于第几级的保护？我依据海军的来答复。跟委员报告，您关切就是当天那个熊山飞弹的，然后他们船上所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设计的。好，你不要给我转移焦点，我请部长回答。来，部长，我们现在有分几个，一个甲类超演，是一个乙类超演，还有一个什么实弹射击，对不对？ 是的。那请问，甲类超演算作什么机密？这个我们能公布的都是没有机密性的。所以甲类超演可以公布。甲类超演。可以公布吗？甲类超演没有机敏性，但是如果涉及到装备，还有我们战情的资讯是有机敏性。甲类超演是没有机密的，对不对？是的。但是涉及到里面的，我们的实施计划没有机敏性，就是这个整个的计划是没有机密性的，对不对？他的实施计划没有机敏性，但是如果涉及到在他的船上的装备，或者说是我们整个战情，他有另外有核密，是、这个、另外有核密，那个才有核密，是。所以包括我们那一天的甲类超演的这个计划，你们没有报部说核备是一个机密，对不对？那个是核准的权责是在我们海军司令部的，在海军司令部，所以你们并没有机密的核备，对不对？不需要，因为、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的。所以换句话讲，因为刚才确实我跟委员报告，我的实施计划甲类超演是一个船上训练验收的计划，所以你们现在是它没有机密性。七月的海军制式的精准弹药设计，这个是机密。这个有核备计划吗？报委员可不可以重讲一遍？七月，你们七月现你们最近不是在做很多的什么精准弹药射击吗？报委员，这个不是我海军规划，我现在没办法跟你回答。我再请问部长，你跑上来干嘛？连七，请连七。我在请教部长啊，七月的弹海军制的弹海精准弹药射击，这个有核备吗？这个有核备，但是这个你的计划不是机密，但是中间所有操作的程序，计划不是机密，只有操作才是机密。对武器系统的性能。所以我现在要请教部长哈，因为那天发生事情了以后，有一个05点嘛，然后还有一个蔡6点嘛哈，你认为蔡6点比较合理呢，还是05点比较合理？我没听过05点。05点就林前讲的啊，05点啊。我不知道05点，你不晓得林前院长讲的05点呐、啊？那但是您用这个05点的名词，我不知道。哦，我只知道他有指点，指他指示了05点嘛，哈，05点里面的第2点就讲到说，违反国家机密的时候要送到那个去，你知道这件事吗？哈，对不对？我知道这个事情。好，我要请问你，今天这个甲类超演。刚才已经讲到，没有任何机密可言，对不对？然后当我们的中士把它打出去的时候，我前左营都知道。我哪一天邀请部长到我家来，你到我家的楼上看。其实我早在520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们那个海军每天有这么多的军舰不寻常的在那里跑来跑去，很不寻常的在调度。我自己一直在猜测，我要请问部长，是不是我们准备要让蔡英文总统到那边去教业？我们到目前都还没有这个计划。所以你们整个的，包括你们的设计计划，也没有要请蔡总统去吗？您讲的七月跟八月，
那个是应该会要的，因为他是三军统帅。所以我现在要提醒部长一件事。是的，你甲类超演没有整个国家机密的问题，对不对？好，你现在的实弹射击是有国家机密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要在这里提醒部长，你不要任何事情都因噎废食。今天不管是零五点或者蔡六点，他们这两个东西如果已经违反了我们整个国家机密保护法所有的问题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你必须要提醒他，他是你的长官，他如果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议，出去会被人家笑的时候，请你提醒他，否则那个零五点出来就会被讪笑嘛，那你有责任啊，部长。我有责任呢，去努力执行了所有长官的指示。你有责任，必须要，而且必须要提醒他。我想国家机密保护法写得非常的清楚。我希望部长，第一个，你一定要先答应我。刚才我说要去太平岛的事情，我也希望你去把它搞大，可以。不过这个时机哦，我想国防部长不应该离开他的这个部本部。没有，七月。那是那一天，你讲的九月十月，我可能奉陪。那你每天都留在国防部部门部要干什么？宣誓主权很重要，所以我希望部长啊，你留在部里头当然可以，但是当你的长官做出不合理的那个零五点，我觉得你就要提醒他。报委员，假如你们通通下去，我觉得我们时间到了，好。接下来我们请徐永明委员咨询。主席好，有请部长。好，请部长备询。徐委员好。部长好，辛苦哈。这个雄山是都还不算告一段落，这个又有台风来哈，我想非常辛苦。不过我想大家院里面委员们，我想全国老百姓都很关心你这个报告哈，因为它牵扯到台湾未来的国防发展。那更重要的是有相当多的预算要投入。是的。那我觉得比较好奇的就是在你报告第五页，这个不然我讲是最新的了，就是你们认为说这是你们正式的报告，第五页你这边讲到潜舰这一块的时候，你有提到你有两个计划，先期的这个研究计划，潜舰国造设计的作业评估研究，以及潜舰国造建造作业评估，就是一个是设计的能量评估，一个是建造能量评估。你们都委托这个船舶中心，这个财团法人船舶暨海洋产业研发中心。那部长，我不太清楚国防部这边了不了解，这个中心其实最近有几个案子是有争议的。好，这个我们看一下，一个是海巡署。这个叫台南舰弊案，这个海巡署有三个高官涉图利列被告，这个是怎样？这个海巡署这个船是应该要有直升机，可是甲板载重量不足，仅为一般甲板，无法供直升机起降。海巡署一放水，让负责设计的财团法人船舶暨海洋产业研发中心过关，图利3300万元。他讲的就是说，各位看到上面有直升机甲板，可是直升机不能用，连测试都没有。部长，这个就是你们委托研发、委托研究的这个船舶中心了。这是其中一个案子，这是海巡署的。部长，右边这条船应该是你们的。它是什么？磐石军舰。对，磐石哈，这是你们最大的一艘哈。结果有没有问题？我跟我们报告，磐石军舰在今年的远航也顺利的完成了。那它也是我们在继那个武夷军舰之后啊，在接续的一个油弹补给舰。那在任务的执行上面，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都是好的、啊。它也是船舶中心做规划设计的。是的，是的。立法院林岱华委员，我们同仁咨询，因为设计变更导致赔钱的案例大概只有台湾有。他说这个请这个船舶中心接受海军委托设计台湾最大军舰磐石号油弹补给舰，
再加由台船施工，但因不符合使用变更达50%，设计变更达50%，致台船延旦工期赔了7亿元。没有这回事。有没有变更设计？哦，这是林代华委员质询问的。这条船现在可以用吗？报告委员，这个船今年刚才执行远航回来，所以它的状况……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委托船舶中心设计，后来有没有变更设计？没有做过变更设计的问题，所以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状况。目前没有。台船没有赔钱。是，就是他的暂时。那个跟委员报告，就是在船舶本身的设计的是载台。那后续呢？关于这个船它的战斗系统，我们有做过其他的提升。其实我不是要跟你们讨论这两个个案，我只在问说，若按照你们第五页，你们把这么多前期的工作都交给这个船舶中心，他之前也有这些，我想台南舰这个大概就是弊案是没问题了。磐石舰这边有争议，那我的意思是说，部长或是各位长官，你们真的有信心？现在好像就堵在他们身上。你们也花了多少钱？3000万在他们身上嘛。我是说，如果他们说不行或可行，会不会变成你们判断唯一的标准？对于这个海巡的前案呢，我们也是听到的。那么我想我们在执行所有船舰委托船舶中心设计跟制造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注意。谢谢委员。对，因为你们在第六页也讲啊，依照程在设计阶段，依照程这是先期的嘛？设计阶段依照程序办理采购招标作业，目前规划由国内船舶中心担任设计组合约商。是的，我是说你们已经决定是他了嘛？对不对？好，国内唯一的一家，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困难的地方。国内只有一家，之前也出了问题，现在也只能再找他们。所以我们有跟船舶中心说明，就是说他应该只有我们这不是说明的问题啊，国内的造船设计，甚至跟一些民间船厂共同合作，因为国建国造绝对不是哪一家船厂或哪一个设计公司，真的是一个我们国防产业大家共同努力的。报告完毕。OK，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已经按照你们第六页已经就指定是他了，好，符不符合采购程序呢再说。我的意思是说。那你们只堵在他身上，那他之前又有这么多争议，好，他有没有这个能力？第二个，其实刚才罗委员讲到，澳洲制造自己国造潜舰是失败的，有没有成功的案例？你们除了寻访各个造船厂之外，你们研究其他成功的案例？啊，有没有其他国家自己造潜舰成功的？我是说，不是说欧美这些先进的国家，日本。报告委员，我也不要讲日本。有没有其他国家跟我们同一个那个报告委员？我们先讲澳洲，他 Collins 他也不见得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他也许没有那么理想，但是所以他从第一艘的 OK， 我现在跟你讲成功的好了，下一个好。韩国，你们有没有去研究韩国的案例？我们有研究过。好，各位看一下哈，他从1993年了、他跟德国合作哈，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跟瑞典跟德国合作有差别。他买了一台，他后来大宇自己做了8台，小型的，叫 KSS1， 那 KSS2， 2018年，大宇3台，现代6台。他未来一个比较大型的 KSS3 第三阶段，预计要盖9台，他还号称有什么垂直发射这个，部长，人家为什么会成功？哦，我当然知道有失败案例，可是也有成功案例啊。他们先从小台的盖起，所以未来你的规划怎样？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你一些阶段上的，我们的目标是多大，它的功能是如何，它的数量为何？你们有没有一些时间上、时程上的规划？报告委员，这些事情我们都有规划，我们包含吨位，包含它整个东西，但是在这里可能。OK， 那我简单问好了，我当然知道你会有这个说法哈。那我想请问，我们会比这个 KSS3 大吗？
鲍员，我想这个大小的问题，它本身还是要看它的功能来导向，最后设计的结果，我们所获得的预算，还有我们可以获得的装备，潜舰的国建国造，它一定是一个合作案，对，它一定是一个整合案。对，部长，所以我们虽然以船舶中心作为我们的主合约商，部长，各位长官，我要讲的是说，是，人家从1993年开始做这个，他一开始也是进口，进口一台以后开始，不论他是用模仿或怎样的方式。这个八台九台，一直到现在还在盖九台，好，我是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啊。我们也进口了，我们也买过了，对不对？然后一直在从去外面买，还是自己建造，这样犹豫来犹豫去，好，我们浪费非常多时间。我的意思说，别人有成功的案例，是可以盖得出来的，我相信我们的能力也不比韩国人差，好，可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会不会蹉跎太多时间了？第二个。我现在比较担心了，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人家突然要卖你，那你要不要买啊？鲍委员啊，你在汉翔待过嘛？F-16 是买得到，因为 IDF 做得不错啊。是。啊，会不会有这个中途杀进来？那我们政策那时候会不会转弯？不会，政策不会转弯。哦，就算人家提供你更优异的，我们还是要坚持国建国造。我想我们一定会对于国建国造有很多的这个注意，跟他性能的这个关切。部长，我是对你们真的期待很高啊！是的，谢谢。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潜舰、自己的潜艇，在未来台湾可以自主。可是我一直说，船舶中心就像你讲，台湾只有一家，你就赌在他身上。那我当然知道你可能有不同意见，可是我一直说，就这些资讯而言，是有些争议，你们要去厘清。是的。第二个，有成功的案例，人家已经走了很远了。哦，我觉得哦，国防部真的要积极追上。好，谢谢，是的，谢谢委员指导。谢谢，我们时间到哈，下一位请邱志伟委员咨询。谢主席，请海军，梅参谋长。梅参谋长，请备询。今天列席观务官有没有海军出身的？什么？海军出身的？谁？有没有海军出身的啦？如果海军出身，海军出身很多啊。那个，今天列席的有没有海军出身的？有啊，有啊，都是海军的，全部都海军，不止的。啊，五位代表性的，五位代表性的海军军官来，好不好？现场有海军参谋长啊。我们后面穿海军制服的全部都，这个海军的最高阶的这个将官都在这边了。你是说前五今天出席的前五高阶的海军官员，请。这个我为了今天的质询哈，我大概翻了两本书了哈，一本是2009年出版的 Jeffrey Teal， 他写的 Sea Power 哈，他专门有一章是讨论这个海军跟科技的关系的哈。因为是2013年 Rand Corporation 就兰德，他这个有一个作家，一个长期的军事作家，军事学者叫 David Goffin， 他写一本书叫《西太平洋的海权之争》了哈。我想请教列席的海军的这个军官呐、将领，真的这两本书有没有看过？三位去，不管说你们三位先回去。21世纪的海权，2009年的书。在场六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有看过是吧？是我们那个随便就有翻译。对，我知道了。这光幕翻译有都有看过。有看过。那针对西太平洋牵涉到海权的这个相关的战略跟相关的作为，因应作为未来海军的变革，这本2013年兰德公司这本书有没有看过？对呀、这个国防部针对这一部分，他难得出版，只要是跟台湾有关的，我们都会摘录做报告。这个各位都是拟定战略的人啊，拟定战略、执行战术，当然一定要对啊各国的这些动态啊与时俱进的做全盘了解，而不能闭门造车哈、然后专管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我希望有战略官这边列席的所有海军或者是国防部的这些。官员都应该有战略官了哈，我先请教一下那个参谋长，是中华民国海军建军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我们是在维持基本战力，然后发展不对称战力。维持基本战力，是这个是。所以这两句话就是中华民国海军建军的战略目标。我们现有的兵力的维持，然后它原有的战力的维持。另外，我们要发展不对称，因为不对称是就像是我们的沱江舰，它是我们的发展的重点。潜舰也是我们发展的重点。有没有哪些国家跟我们海军的战略是雷同的？或者像类似的概念，你去发展这种中华民国海军的这个战略。来，委员好，我是战略规划师，我不是海军的，但是战略规划师必须要回答。我们国家海军的发展战略应该是确保海洋的权利，跟我们的国土、我们的海权，确保我们交通线的安全。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展，因为我们 海岛国家，这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确保海权是保护疆域的安全，是对不对？海洋利益敌军的来犯，然后形成一种吓阻性的这个力量嘛，哈。预防吓阻。我看这本书很有趣了哈，他这个第五章写到海军跟科技啊，他说海军是一个物资军种，好，他说陆军将领指挥的是人，海军将领指挥的是船。那船要有技术，要有素质的能力去操作。是的，这是物色事件，就是没有素质、低落的能力去操作高性能武器所造成的。是，所以你硬体，你武器那么精进，人员素质那么低落，你空有好的战舰，空有好的飞弹，没有一个高素质能力来执行，把这些武器不是来保家卫国，把它变成一种。变相的这恐怖的武器，所以这部分对人员的素质的培养，要跟着舰艇、飞弹、水面舰、潜舰的这个啊精进，要有更多有素质的人力。是，刚有委员提到说，你没有相对应的人力，不管在数量或者质量上面来操作这个高性能的武器，那你发展那么多武器干嘛？而且你是15年呢、欸。15年，这个各国的这个战略情势啊，不要说各国了哈，就东亚战略情势是一直在改变。你15年达成这些目标之后，搞不好那战略环境就不同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我觉得在你们在拟定相关的这个啊国建国造相关的作为跟策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有战略观了。我不晓得你们。拟定这个战略15年的这个基础是什么？为什么15年不是10年？跟委员做个报告哈，我们海军是拟的是30年，我们海军在从89年开始，在我们那当时的总司令的规划说，海军的建军都不是一天可以建的，我可能买10把步枪，我就一个班就可以建起来，但海军的建军就一定是要走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海军是以30年的建军的规划。来去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哦、那今天是因为报这15年，我们可预见这15年在预算的，所以日本或者中国他们的这个期程都是以30年做规划吗？必须要有一个长期的，是必须长程，从预算的角度，从科技的角度，从我们整个在我们的科技的 角度上面，要具一个长远的所以你在拟定30年的计划的时候，人力都是国防部自己在拟定吗？我们会依国防部的他的对我们海军的整体联合防卫作战的指导，然后作为我们海军的我们的作战的指导之后，我们再以我们的舰军需要什么样的兵力，所以所有的兵力规划其实都是跟作战需求，但是呢，必须要去做一个预判，如果不在现在做，可能我将来10年的军舰我看都看不到。我要讲的概念是说，我们要追求船坚炮利的同时啊，当然也要兵强马壮，兵不强是的，马不壮的，人跟装就人的素质是的，你们要相对应的要提出30年的规划，没有看到你们能力有任何的精进作为，有没有听过这个所谓幽灵海权？鲍委员，但是我们海军就其实我们海军非常重视人才，我们刘和谦总司令当初都是说，换到另外一个，我们海军的建军就是要靠人才。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概念叫做这个幽灵海权？
听过幽灵船，没听过幽灵海军。啊？你当了海军的参谋长，那么有名的这本书是国防部编译的，他特别强调这个美国国防大学的概念。未来海军的这个有下列应遵循的四个设计的原则，是海军的武器舰艇。委员知道，你回去有时间好好念了。但我觉得美国啊，这些学者我还比较信任感。就这次雾社事件之后啊，我对国防部的这个执行能力、控管能力，我是真的是信心不够。所以他说未来要发展幽灵海权，就是说，第一个复杂化，要拥有大量各式各样的快速、灵活、低性机、不易归类、多样化的载台；第二个小型化，利用武器准确率提高，提升打击这个筹载效能的优势，建造较小型的军舰；第三，网络化，使敌人必须在广大地区进行搜索、追踪跟目标的标定的作业；第四，模组化，根据少数简单的载体类型生产各种不同的载台。这个就是所谓的幽灵海权的概念，让别人不容易发现你的目标，保存你目标的战力。你跟我说你听过幽灵海，没有听过幽灵海权，那你当堂堂海军参谋长，那么重要的、那么重要的海军的先进的概念。刚才我们报告的就是说，这几个规划，其实我们海军包括现在的模组化，包括我们现在要如何去把它增加火力，像沱江它的火力就是我们这几年大船比不上的。模组化很多的设计，中科院的设计也走模组化，其实这个方向跟我们是一样。其实那个是一个专家的军事科技，我尊重他那个名称啦，但是我们走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军事科技是非常专业，是的，我们刚刚都跟很多的国家，是，所以委员知道，专家多请教多学习，是的，知识力要提高了，是的。我觉得不管是从高阶或者从这个低阶的这个操作人员或者基层士兵，知识力 普遍不够，是，你没有足够知识力，连你说连你。你做一个海军参谋长，连幽灵海军都不知道，那我当然会觉得，哦，那么先进的概念，如果你海军参谋长都不知道，那代表知识力好像明显不足。啊，谢谢。三军军统都应该随时督促自己，我们要充实时间到了哈，知识力等于战斗力，跟大家共勉。那本谢委员要不要给参谋长一下？他们自己有啦。啊，自己有。国防部出版呢？我们编史编处了。好，谢谢。我们时间到了啊，下一位请吕孙玲委员咨询。主席有请部长。请冯部长备询。委员好。部长你好，部长，我想要先就军校招生不足的问题来请教部长。那部长，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呢，海军官校今年招收的136名学生，其中有36名是申请退训。我想请问部长一下，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喂，好，我是人参谋长，是助理次长。那有关报载是36，我们经我们查询的结果，总共是28员。那其中正旗班是9员，那士官二专班是19员。那我们查了一下，是否因为这个事件影响？那至于事件是27号发生虐狗事件，那发酵是28、29发生的。那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时间点了，正旗班是4员呢、在28号大概只有2位啊，是因为说家庭的因素。他办理退训，那士官二专班都是在27号以前，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的影响。报告完毕。所以你意思是说，这几位退训的人员、退训的学生，他们有各种的因素，而不是因为对，不是因为他的时间点不一样，他是27号发生的事情。事实上，退训的时间那发是在27号以后，正旗班大概只有28只有2员，并不是因为这个，是个人因素。那士官二专班是27号以前都退了，并没有二十八号以后退训的人员。好，
那个麻烦你会后之后把这个一份书面资料给我。是。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年预计招收的军事校院新生有1300多名，但是却严重的缺额有200多名。那其中呢，陆军不足的额度有30%，那再来是空军是22%。那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对于我们国军的士气，还有对于我们国军招募优秀的人才，还有推动募兵，都是一个不利的一个影响。所以我想请教部长，那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呢，就是招生状况不好的原因，我们国防部这边有没有做一个探讨？这个报告委员，我们这个原因呢，我们当然有探讨。常年以来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家长把优秀的子弟送到军中去。对。但是呢，因为连续的军纪案件，对不起。再加上你看，一个国防部长在这里受到那么多的指责，大家看的时候也有点心灰意冷。我曾经碰到一个，他就讲啊，部长嘛是要爱去，好狼狈，或是怎么样的。我想啊，是这样子，招生的原因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假如国家经济发展的非常的好，这些青年有可能选择军中作为他发展的一个主力。为什么呢？他因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好，他当军人他会得到更多的荣誉，会得到更多的福利照顾，会增加更多的薪水，所以他会来。第二个因素啊，假如说我们对于这一个制度，空军不论是空军海军，我们三军的制度不能够吸引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来。因此我上任以后做两点规划。第一个，把该有的战斗加急勤工加急一定要一次到位。第二个，要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留守的时候，他有地方去游泳，去休闲，去打球，还有做一些这个正当的活动，那一定要有一个会所，或者还有要安顿他们的家属，应该有一个职务官舍。我已经着手从这两方面去看是不是能吸引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好，部长，我想刚刚您说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希望可以从制度面来做一个改善。那我想最近发生的这些军纪事件呢，其实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看到的。那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其实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都会影响到我们国军的招募，还有社会对于国军的观感。那部长您刚刚讲到的那个点呢，我觉得都非常的好，所以我希望部长你今天要来做一个承担，然后来负起一个改革的责任，好吗？是的，是的，谢谢委员。好，虽然说我们现在目前有发生很多这样子的状况呢，但是我们国军弟兄其实还有许多正面积极，然后为了要回馈社会而保家卫国的面向。例如说，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我们青年日报所报道的一个我们国军弟兄，他这位弟兄他是十年前南投卫家的五位小朋友，他们为了照顾癌症的母亲，他们共吃了一碗面。那当时的媒体报道其实也引起了社会一个非常大的关注。那今天这五位小朋友的老大魏冠宇，他为了要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呢，他其实也抱持了一个感恩的心，还有回馈社会的心来从军，所以他现在也是我们陆军257旅的一个志愿役士兵。所以我认为说我们不能用一个以偏概全来抹煞我们国军的努力。那我想这也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国军弟兄他们为了要为国家付出的一个理念。所以我希望说部长你的改革是要来强化国军好的一面，也要彻底的来改革不好的部分。那也希望就是未来不要再让我们国军的形象能蒙上阴影，那来抹煞了我们国军一直以来对于我们国家的付出。包委员，请你让我讲两句话。好，第一个，军中可歌可泣的事情呢，非常的多。对。那么我们报道的却非常的少，这个我们要检讨自己国防部的机制是不是没有跟媒体能够结合。第二一个，媒体对于像刚刚您第一个问题，说是海军官要马上就36年退训等等，都影响到外面那些要报考学生
跟要扶志愿役人的一种心愿，心里想为什么？所以这种正确的报道非常的重要。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希望说你未来在制度上面要做一个改革，去做一个加强。是的。那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不能再一直去懊悔，我们必须要来就那个部分来做一个检讨。对的，对的，好吗？我会检讨我们这个新闻跟媒体结合的机制。对，是的，谢谢您。这个形象上面要做一个改善。是的。好，再来，我想要请教部长，就是说有关于我们这次台风来袭呀，我们国军预备来做救灾的一个状况。那因为台风其实在下午可能就会慢慢的非常的明显。那根据我们国防部发布的一个讯息呢，我们目前国军有35,817人待命，那车辆的部分有3409辆，那舟船的部分是有125艘，多少？125艘。是。那我们目前国军采取的是一个超前部署、预置兵力，还有随时救防的一个作为。那我想请教部长，目前我们这些预备救灾的国军，大部分都部署在哪里？这个我们这次啊，因为这个台风的强大，对，我们是全面部署。什么叫全面部署？等于是全面战备，就是把这些兵员呢、啊，通通控留在手上。有跟地方政府他有需要协同我们救灾的，我们马上派出去。还有最重要的，要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在我们选择了22处非常容易发生这一个灾害的地区，比如说土石流地区，已经部署了126位特战的我们的这个英勇的战士，对，去那边做先期的部署，甚至于配合政府去劝导他们能够撤离，跟对于状况的掌握。好，那部长这部分我希望您提供一个书面资料给我。是的。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些部队呢和地方政府是不是已经做好一个横向的联系，那他们对于这个救灾出动的程序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请部长说明一下？我们今天早上的视讯会议来看呢、对，我们跟各地方政府的这个联络都非常的畅通，还有我们后备这个指挥部已经派有各这个县市都有联络员，所以这个中间呢，第一个通讯不会中断，情资不会中断，另外还有个资源不会中断。通讯不中断，通讯不中断，还有资源也不就是资源不中断，中断，然后还有情资，就是这个土石流台风的情资不会中断。好，部长，其实在每次的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国军其实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它让我们台湾的防灾还有救灾能够更加的顺利。那其实民众对于国军救灾的印象也是保持着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看法。那就像刚刚那位我们志愿役士兵魏冠宇他所说的，他说每当天灾来临的时候呢，官兵英勇的身影令人深刻，所以这也是让他选择一个从军的一个契机。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循环，所以在这部分我希望部长您可以再多做加油和努力。是的，谢谢委员的指导。好，谢谢部长。 是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许玉仁委员咨询。各位委员先生大家好，主席好，我请国防部冯部长。部长。委员好。部长好，这阵子您辛苦了，从你上任一个多月以来发生这么多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说，你目前上任到现在，你有几次关键性的发言我们都觉得非常的纳闷啊，譬如说你觉得要运40,000颗弹药到南海，然后你说军人要含笑战死沙场，那这一次飞弹误射的处理的状况，我们大家也都有一些非常质疑的这个评价。我想问部长说，您上任到现在，你如何给自己打分数？你给自己打几分？我给自己的分数打的是我非常的努力，非常努力，那是还有在进步的空间嘛？哈。当然是。是吗？那我们都很期待了，因为部长，我想这个国家的国防是知识体大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希望你在这边可以好好的负起这个责任。但是讲到责任这件事啊，我必须还是要谈一下这个
飞弹误射事件，您认为政治责任应该负到什么样的地步？然后应该惩处的层级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级？我们已经在军事调查方面呢，做了第一波惩处名单的公布。那么我在这里要讲，我们还有司法的调查。是这个司法调查出来以后，那部长，请问您认为您所应该负的最高政治责任的限度在什么地方？我想应该是啊，各军总部应该，各军的司令部啊，他负责这个所谓的教育、演训、最高训练到司令部嘛，哈，我应该就是你定调的政治责任应该最高负到司令的这个阶级，是不是？对的，应该让他负全责。好，好，下一页。部长，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新闻哈，在前天的记者会，我有特别引述彭博社的报道，这个大概是在飞弹事件之后的三天，彭博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财经新闻，他说台湾错误不正当的引用战争模式，请问一下部长，这件事情你是否知悉？那你对于一个国防部长引用战争模式启动飞弹误射这个事情，你认为应该负什么责任？我想他言之过时了，我对这个言之过时的这个看法，我不会替他们负责任。那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我们国防部有没有合理的解释？对于所谓不正当的引用战争模式，这个是什么意义？委员跟你做一个说明哈，我们应该是一个翻译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讲的就是我们是这样一个训练模式跟作战模式的一个差异，但是这个我们是叫做一个 training mode。还有另外一个 operation mode， 这个是 war mode， 但是它是 war mode， 它是用 war mode。那如果说是我们并没有强调所谓的 war mode， 好，但是因为我们是用作战模式的翻译，我现在要求国防部必须要做澄清，因为所有的外媒都强烈的解读这件事情是台湾想要在台海之间引发潜在的危机，可是我们的国防部并没有任何对外媒的解释。这个新闻一出去啊，其实已经72小时了，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的解释。所以我在这边要求国防部马上做澄清，什么叫做 training mode， 什么叫做 operation mode， 那为什么会有外媒解释叫 war mode？ 那彭博社一出来，其他的媒体是不是跟进？这一点我想你们是不是有追踪到？好不好？马上必须要做一个处理。下一页。部长，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个消息？我相信您有所知啊。我们的国军在六月的时候有宣布说，七月要在美国试射飞弹。那请问一下部长，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试射是什么飞弹？然后在哪里试射？然后请问一下这个东西为在这个时机点，你还要继续做吗？委员好，我是训练助理次长，那个次长。那针对您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可否容请会后跟您做说明？现在不方便说明，是不是？是的。好，大家各位看这个标题哦，这个是日本时报 Japan Times 说台湾要在美国 test fire， 再要 test missiles， 然后它这个会引起两岸关系的紧张。我不晓得国防部在面对这些国际外媒处理解读我们这些动作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知悉？这个是我们试射的地点。那我希望国防部如果在这个地方不方便讲，没有关系，会后给我一个完整的报告。因为这件事情，我强烈的要求国防部你们要 monitor， 因为国际的媒体认为，在这个时机点，如果我们还到美国去试射飞弹，那之前的误射马上就会被导正为我们的误操作，我们是故意操作成误射的。部长，你有什么想法？我的想法是，第一件呢，就是外国他报道的一定有他自己本身的依据，那么他依据的正确与否，我们应该做一个判断，而不是照单全收。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要请我们所有的媒体啊，不要自己炒作这个问题啊。我想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但是呢，不要把它变成扩大到两岸的。普通到什么样的程度？普通到就是因为普通到一个飞弹可以被误射。这个我不认为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这个不是普通的问题。对，所以你刚刚说普通问题是什么地方普通了？假如我们这个弹呢，我们购买来以后要知道它的性能的正确性，
这个我们试射，或者是这个我们来操作，这不是一个理解。那部长，我这边是要跟你要求说，这个事情如果是机密，不可能日本时报 Japan Times 会报道，不可能其他的外媒会报道。那国防部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能一直说这是外媒的解读啊，这个是媒体的解读，我们不需要炒作这件事。我们对这个事情啊，平常你讲他讲的时间什么都不对的，好都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发布对外发布这些讯息。好，那你是不是要去理解说为什么有这样的消息发出来？七月初哎，现在已经七月初了，我不知道。如果说我们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错误的消息引用，那如果哪一天真的在那边试射了，然后又被爆出来，请问一下，现在台湾是在扩张军备吗？现在啊，不能这样讲扩张军备，而是应该说，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武器装备，它的性能应该要有一个确切的数据，这个数据的获得会有各种方式来取得。那么我想，外媒的报道是更多的，就像我们很多国内自己媒体的报道，我们这个每一件事情都要去澄清。部长，我觉得我的重点还是在于你怎么去 manage crisis， 怎么去危机管理啦。这一次的飞弹误射，我看到最大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国防部系统没有危机管理的能力。报告委员，我们危机管理的能力非常好的，非常好，非常好的。当天我坐镇在国防部，所有的状况我都能够掌握。好好，那在此我就相信你说我们的危机管理非常好，那我也对你有所期待，希望这一次的误射事件是一个对台湾国防国军的一个非常大的警惕，好不好？是的，谢谢您。好，第二个我要来问哦，国建国造，请问关键技术如何取得？我们关键技术啊，一直都在协商许多的国家能够帮忙，我想委员也知道，这中间的困难度不在于人家不帮忙，而是在于外在的压力。好，那我们在取得这些技术的同时，是不是有跟这些国家有任何军备采购的一个协定？说你给我技术，我跟你买武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协定？这个还没有谈到那一段，假如谈到也不方便再公开叙述。好，那部长，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今天我们国建国造发展到了一个阶段，那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策略伙伴的关系说不行，你得要跟我采购，那请问一下，我们国建国造投入的这些经费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喊停？我们不会喊停，我们要继续的坚持，继续的坚持，就从头硬干到尾。不是硬干到尾，而是我们要努力的研发到尾。 研发到尾。那你画了一个15年的蓝图，那请问一下，15年里面你希望最终达到什么地步？最终达到我们三军战力的平衡，还有我们能够防卫固守。好，部长，我对国军有深切的期望啊！我自己也是在空军服役过，我是空军照相技术队，对国军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期望，希望你们可以加油。是的。那就我说的，现在是全世界打网络战争的时代，所有的资讯都同步的。对于危机的管理，你不能够轻忽，你不能够用一个非常轻忽的态度去看这世界发生的事情。请你把你的眼睛打开，请你把你耳朵打开，好不好？谢谢指导。好，谢谢部长。好，谢谢。下一位，请蔡毅宇委员咨询。有请部长。请部长备询。委员好。部长好。部长，那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下，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海牙的这个仲裁 PCA 将在13日进行仲裁，那目前我们无法预测这个仲裁的一个结果，但是从中国他们陆续传来的，他们不断的宣示说南海仲裁只是一张废纸，那甚至说中国从来没有出席过海牙仲裁的任何的一个仲裁法庭的一个开庭。所以如果以这样普遍的认知，
认为中国在这一次仲裁的结果是不利的，部长你会这样判断吗？报告委员，我想我们国防部啊，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刻做任何的置评，因为尤其是国防部长在国会所讲的一言一行呢，都会影响深远。嗯，部长对你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那我说一下说，依我自己哈，依我自己对于这个南海仲裁，我的一个认知啦，啊，我的认知哈，是的，因为本来台湾在南海以及西沙群岛，我们是根据旧金山合约第二条的一个认为说，在当时日本放弃了对南海以及对在南海中对于南沙跟西沙群岛的当时的一个占领行为，所以台盆金马本来就是跟南沙西沙这样的群岛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也因为这样，至今太平岛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所以可以延伸200海里的经济海域，这东西没问题。是的，所以部长是同意嘛？那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基本上这一次的南海会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争端，就是中国，中国我们这个二邻居哈，一系给去找人麻烦，他在这个部长你不用回应，这个我讲就好，不然又被做文章，所以中国去找人家麻烦，他去菲律宾的，菲律宾的经济海域的地方，不断的在填海造岛，黄岩岛啦，什么就是那边在那边造岛，而且造岛就算了，还把武器都丢到那些岛上去了，变得说菲律宾他受不了，所以他对于中国提出了在海牙荷兰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那这样的一个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基本上它是基于海洋法的规定来的，所以它不会去处理岛还是礁的一个认定，它不会去处理，它唯一会去处理的就是认为说你有没有侵犯到我的经济海域，所以你必须在我的经济海域中撤除。所以如果以这样国际法的一个认知之下，这一次的一个 PCA 的一个仲裁中，也不会去把我们太平岛究竟是岛还是礁来做一个认定，唯一只会去认定到说，那究竟中国有没有侵犯到菲律宾的经济海域？所以现在这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就开始把我们吃豆腐啊，因为他们在那边就是填海造陆嘛，他没有一个理论的一个基础，所以他抓用我们的太平岛，因为我们的太平岛是看起来是在南沙最像岛屿的，也不是说最像，它事实上就是岛屿嘛，在南沙中就是可以被认定可以去延展它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的，而且这个经济海域跟菲律宾重叠，所以中国中国他要考的就要定义说他一定要他要完成他的九段线，就需要太平岛，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仲裁的一个结果对中国不利，对中国不利的结果又可以衍生说，那他就对太平岛究竟有没有实质上的一个认定？倘若没有实质上的认定，因为我刚讲了，这个仲裁的是不会处理岛跟礁的一个认定，所以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就是旧金山合约中把太平岛日本放弃占领，所以太平岛跟中华民国实质上占领，这个中华民国实质上占领着南沙群岛的一个事实。所以现在呢，衍生出这个结果后，我认为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像过去的八年去附和中国的一中原则，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很有立场的，要很有立场的。如果13号这个仲裁结果出来了，中国方，中国遐吼，因干嘛不甘愿？他们把他们的战舰开始在南海家吼安尼招来招去，菲律宾也把他们的战舰在南海家招来招去，甚至连越南啊一些旁边的邻国全部引出来了。部长，我想要跟部长说，我们应该要有所表态。我们在南沙群岛现在设有很多雷达嘛，有很多雷达，有吗？有吧，我们有气象雷达，有气象雷达，但是这些雷达
照理应该还是可以侦测，我们应该还是可以侦测到有其他的军舰靠近到了我们属于我们的经济海域。目前没有。目前没有吗？那那边有办法侦测吗？有这样子的侦测功能？没关系，部长这也不用说。我要去强调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有任何国家进入我们的经济海域，包括中国，我们都应该站在国防部的立场，应该要跟他发出抗议。因为如果这个仲裁的结果中没有处理到太平岛究竟是岛还是礁，那回到了旧金山合约，我们还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管辖权。我希望国防部在这个时候应该要适时的捍卫我们的权利，因为这个是对于台湾、对于中华民国实质上管理太平岛最重要的时刻。是的，委员讲得很对。对，所以我希望说，部长，现在虽然有很多国军发生很多状况，那尤其是这几天的雾社事件，对国军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我始终认为我们国军的光荣感就来自于说我们的军人知道为何而战，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保家卫国，所以部长你在接下来的所有的决策，还是你所做的我们的军中的一些判断，就会拉抬甚至是提升我们国军的整体士气，所以部长我还是给你加油。是的，谢谢。好，那谢谢部长，谢谢。谢谢委员的指导。好，谢谢。下一位，请孔文吉委员咨询。主席，谢谢啊，各位，请那个部长，请部长备询。委员午安。部长午安。部长，那个这一次的雾社事件那个大家都讨论非常多。我一直以为讲雾社事件好像是莫纳鲁道那个雾社抗日起义事件一直讲雾社事件是讲我家乡那个雾社事件是讲那个我们赛德克族赛德克巴莱雾社抗日起义事件，我们也叫雾社事件。那你这个雾社事件的是另外一个高雄的雾社事件高雄的雾社事件，这个弄得两岸都很紧张。那然后我那天看到部长到家属那边去慰问，那你那天讲了说感谢上帝还好伤亡人数就这么一个人，你那天是怎么讲的？那天我那天是非常感慨的讲的，就是说还好要感谢上帝，你看这么大的事情只造成了这样的伤亡，这种感叹难道说我不可以讲吗？而且我要慰问家属，对不对？感谢上帝，你跟家属讲感谢上帝，那家属听了，我不是跟家属这么讲，我是出来以后我讲，心里非常感慨，你看人家的悲伤，我根本无法用语言去弥补，所以我就想出来的时候我就感慨，我说你不是在家属面前讲，是你出来不可以在他家属面前讲的，而且我还请邱志伟委员帮我一起安慰这个家属，这个话我不可以在家属面前讲的，是，而且我根本没有其他报道的意思。报纸报道说你在那边讲的这些话真的很报道的很不妥了，媒体的报道我无法自评，我内心里面的悲痛，我想委员你应该感受得到。我们当然都非常伤痛但是有些那种气氛那种场合，那部长你刚才讲说你是出来之后才讲这些话，但是被报纸引用以为是你当面是跟家属讲的这些话我现在才知道部长真的要少讲话，内心的这个都不能够有感情。然后你又这个没多久你又接见了一个团那个报纸就说你是面带微笑面带微笑接见了这个团，那所以部长您真的要谨言慎行呢。是的，我以后也不再微笑，是不再微笑，这个因为这个时机对大家都在，您是全国都在看您您是众所瞩目的，是的是的，那也有可能千夫所指，所以你的一言一行这个一颦一笑都会造成媒体这样的一个报道，是那对部长是很不利的。谢谢您的指导，非常非常负面的这样的一个示范了，我觉得，因为您是部长嘛，好，
那所以那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国军我认为啦，啊，我认为每次一提到奖惩制度哈，啊，当然现在也处分了一些人啦，他通常都是奖由上起，惩由下起啦。那您觉得这个处分够不够？有没有必要再扩大来惩处他的惩处的范围？报告委员，我想啊，我们做一个整个事件的这个处分的名单呢，第一波已经出现了，就是就事论事的。那么还有一个司法的审判，等司法的审判上下来以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名单拿来再衡量，我们是不是应该还有其他的处分？是，请委员能够跟我们一样配合，等司法名单出来以后，我们共同来审议。那部长你自己该做何处分？我自己觉得这个时候不是谈处分的时候，而是我应该要勇于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责任是要改革军中的所有的风气、训练跟战备的状况。那个蔡英文总统，我看他可能也是希望你能够做这个部队的改革啊。我是不是我们现在部队都是已经像少爷兵一样了啊？这个不像以前，现在当兵啊，大家只是完成一个义务。所以部队的训练啊，军纪的维持，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特别要加强的。是的。你有没有什么样想法吗？像类似这种误射这个飞弹啊，这个非常严重的。我想报纸上可以造成一个部长下台的，你知道？报上已经刊载了，就是我们国防部已经召开了这个检讨会，把这个事情啊让三军都能够警惕，而且我们要这个。一直要改进到基层，希望能够加强训练来增实我们的战力。加强训练，我觉得在座的都是专家了。怎么样加强训练？从部队的班长哈，班长开始，连长、营长要求吧。是的。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状况？我觉得实在是难以想象啊。是的。本席在以前当兵的时候是在第一师校，我们是专门训练那个什么士官长的。啊，我们专门训练士官长，那士官长那个时候都非常的专业训练呐、啊。是的。那基本动作什么那个都非常，是不是应该像以前像郝柏村当那个什么陆军总司令那个时候，那应该要把这个那个精神要带过来啊。这个是的，是不是我们这个海军呐、啊，这个是不是在海上是不是都没什么事，没那个那这个又造成了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啊，两岸的热线几乎是已经停止了，啊，像过去马英九总统在的时候，啊，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跟陆委会的主委啊，他们都有热线，那个夏立言啊，那现在这个热线好像已经没有了，那这个又非常危险呢，啊，张志军跟张小叶都没有，都非常危险，然后今天报纸登说，我们。台湾还向这个第三者来报告，第三者是哪一个第三者？我不清楚，因为媒体这个报道我不清楚。因为他说这个飞弹是打到这个对方的，打到大陆的。那如果说两岸有这样的一个，为什么不先跟大陆来这个来报备呢？那怎么会跟第三者，还跟美国吗？还是跟谁先报告有这个误射事件的这个事情对第三者处理，我不清楚。报告委员，这个你不清楚啊？是的，所以我觉得您现在可能未来的一个挑战就是刚才几个委员在谈的哈。那现在我们这个南海这个可以说是战营密布了啊。我讲说战营密布啊，因为美国的航空母舰什么都在，像刚才蔡委员也提到了哈，13号这个仲裁结果出来的话啊，仲裁结果那。中共他们可能是不甩这个仲裁结果哈，啊，今天报纸也说是一张废纸。可是我们台湾，啊，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的作为？啊，像刚才蔡委员说，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表态？啊，要有一个表态。您觉得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局势哈，啊，可以说是中美之间是紧张对峙嘛？中共的啊，美国啊，我们国防部有没有什么因应的作为没有？我期待的是我们军民啊一心。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致，那国防部的作为就是我们加强我们平常的战备准备，另外还有我们应该有应急
这个作战准备的能力。那作战准备的人力，我们是要是主要目标，我们的假想敌主要是谁？这个在中美之间，中共跟美国之间，我们是要保持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只要对我威胁侵略的，都是我们的敌人。啊，好，那所以我在这里祝福部长了啊，希望您这个任内啊，还是能够大刀阔斧的要改革啊，部队的改革了。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林进炫委员，林进炫委员不在，我们请周成秀霞委员咨询。好，主席，有请冯部长。请冯部长备询。委员午安，部长午安。部长，菲律宾跟那个大陆和越南，大陆南海纷争这个问题，国际仲裁再过几天，国际法庭这个要裁决了，你知道吧？这个事情。对的，我知道。哦，根据联合报今天的报道哦，海巡署啊将部署在南沙太平岛的两艘100吨的海巡艇。全数要撤回台湾，是吧？你知道这个事吧？我想他们应该是防台，而不是在这时候把它撤离。这两个用语是不一样的。他不是要调回台湾吗？我想因为是台风的关系。那台风来了就不用保卫国家吗？不是不用保卫，在那个时候台风中间呢无法战争，所以他们应该把它撤离。哦，是因为避台啦，是不是？是避台，对的。哦，但是这有前车之鉴哦。前车之鉴你知道吗？什么事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请指示。就是越南啊，趁台风占据南沙、敦谦沙洲，这个你不知道吗？越南啊，过去啊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委员好，我是情报。趁台风的时候，上次处理，对当时的情形是因为台风，我们的官兵拆下来避暑。那那个时候的舰长，就是叫名字就是叫敦谦，所以在那个形式上是有个历史背景。那敦谦沙洲就从此就变成越战的岛礁。但是我们对太平岛主权这几年来的行动，包含相关的计划和这一段时间秦先生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都会持续掌握，做好我们该做的工作。嗯，台湾在1974年的时候嘛，台湾在敦谦沙洲原本还有驻军，但是当时台湾驻军就是躲避台风嘛，像部长你说的，我们又要躲避台风，又要回来了，所以全数撤回太平岛。南越他们不怕台风呢，他们反而趁台风的时候来袭击，所以把这个敦谦沙洲占领了，一直就占到现在。所以这是前车之鉴啊！谢谢。哦，像这个要注意的。哦，那现在越南的敦谦沙洲的军事状态，你清楚吗？清楚。这个我们清楚。我们不只掌握敦谦沙洲的军事状态，连陆战几个岛礁、填海造陆扩大的永暑礁、主壁礁、美济礁，他们所有上面的人员、军事设施的状况，我们都有掌握，这个没有问题。好，全部都在掌握之中了。好，哦。根据国安单位表示啦，越南现在积极在建设敦谦沙洲的这个程度，令人很惊异的。近十年来，岛上从荒芜到现在的营舍林立，并且布满特殊的这一些电侦 的 天线，原判越南是有能力征收太平岛与邻近海域的电子讯号的。我们研判起来它是有这个能力的。那部长，请问你，如果越南或者菲律宾趁台风的时候占领太平岛或者附近岛礁，我们国防部有因应对策吗？我们都有应变计划，而且我们的太平岛上面也有驻守的海巡署的这个官兵。我想他们基本的武力也是足够，所以我们是有做万全的准备的喽。是的。哦，好，非常好。那
因应下周的南海仲裁案，美军近日会派遣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大陆解放军也在西沙进行军事操演到7月11日。那部长，请问你，美中强势因应南海仲裁情势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因应却是撤出舰艇，我觉得这样是对不起国人的。这个事情我想您要请问海巡署了，因为不是我下令的。不是你下令的。因为如果是我们这样的做法，是会不管是海巡署也好，我们国防部也好，是会遭受到国人谴责的。这样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本席要求我们国防部要汲取教训，就像我刚才说的，越南的那个因为台风，他们不怕台风，我们怕，我们撤回来了，所以我们那个群岛被占住了，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希望国防部，今天以前提出对策来向立法院做一个报告，好不好？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好，谢谢。请一下国防部，那个南沙那边现在有台风吗？太平岛那边？那如果没有，那为什么因为台风要撤出呢？这是海巡他们的事情。海巡啊，对啊。那既然没有台风，为什么现在会？这个要请海巡署来做，因为他的兵力可不是我们台湾进行的。台风是向着台湾来啊。对。好，下一位我们请徐真卫委员质询。徐真卫不在，我们请王惠美委员。王惠美不在。陈欧珀委员，陈欧珀不在。吴志扬不在。廖国栋不在。张立善不在。赖世宝不在。简东明不在。李彦秀不在。郑运鹏不在。黄伟哲不在。没有了吗？好。好，我们本次议程已登记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者以外，报告都已发言完毕，我们报告跟询答结束。那本次会议有委员林长佐、吴坤玉等提出书面质询，我们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在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或者有要求补充资料者，也请相关单位在2周内以书面提供。我们今天会议到此散会。找个时间，找个报告一下，找报告。是。好，谢委员。